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因为食物中毒在医院接受抢救吗？可现在的我是怎么回事？似乎是这具身体记忆里最后吃下的东西，好像是丹药。这味道，看来这丹药应该是过期废丹，难怪吃了会要人命。等等，我现在好像是一个富家少爷，莫非我终于开始走大运了？依照这种套路，这个时候我应该有外挂才对啊。喂，金手指在吗？或者系统，你在不在？给个回应啊。我在。果然如此，快说你是什么系统。开局无敌系统，开始匹配。快点。配对失败。啊，等等，失败。鉴于宿主前生今世都是去世于食物中毒，特意给宿主匹配时间调节系统。时间调节系统。时间调节系统初级阶段开启，宿主现在可以调节世间万物前后5年内的时间状态。时间状态什么意思啊？例如宿主可以通过系统改变过期食物的保质期，使食物新鲜如初。什么？改变食物的保质期？这系统也太弱了吧！更多功能请自行探索，再见。不是吧？就这样，太坑了吧！哎，算了，有总比没有强。既然能调节万物，哼，先试试看。系统，把这枚丹药调回到5年前。这就是时间调节系统。成功了，这四亿的丹药芳香绝对没问题。根据我的记忆，这些丹药能大幅提升修为，趁着新鲜吃了再说。真的有用呢，我能感觉到有股气息往丹田涌来，快要突破的样子。好像差了点儿，一枚丹药的灵力不够啊。系统，丹药状态调回5年前，继续服用。三米一起来。丹药全部吃完了还是不行，我这身体的修行天赋竟然如此之低。有点糟糕啊，从记忆来看，我的父母都是王侯境的大修行者，但已失踪多年。现在陈府当家的是我的姐姐陈素颜，不过和我并无血缘关系，是我父母收的养女。陈素颜本想让陈导成年后接手家主之位，但因为陈导一直无法修行，陈府有些人就想夺走其继承权。难怪为了突破修行禁锢，竟然乱吃药吃掉了性命。哥几个，我突破纳气境第7层了。17岁就到第7层，放眼整个陈府都是天资卓越啊。7层，这也太快了吧。纳气境开启修为后的真正起点，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基础呼吸法打好基础。那功法我也一直在苦练，可为何就是无法开启修为？17岁到了7层，陈渊，你有希望进入黄武学院啊。不过不敢我前身练了10年也没结果。黄武学院的名额，那系统说能调节万物，不知道能不能调节一下这功法的进度。好，去试一下。那不是陈少主吗？他是什么？他不会是也想进黄武学院吧？他从小到大浪费了多少家族资源，却连修为都没开启，你们认为有可能吗？说的也是哈。好了，此事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同意。素颜，
师父和师娘失踪后，陈导师弟不适合修行，让出黄武学院的名额有何不妥？陈家是师父和师娘创立，他们就算失踪，这陈家一切也归陈导所有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拿走名额？而且陈心远，你和我一样都是师父师母收养的孤儿，要不是师父师母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，你竟敢说出那样的话。你素颜，不是我们非要剥夺少府主的名额，实在是他自己不争气呀。就是陈导这么多年浪费了堆积如山的资源，还是没开启修为，给他黄武学院的名额就是浪费。好了，就在这里试吧。系统，将我修炼陈氏呼吸法的修炼时间调到5年后。真的可以？这太奇妙了，脑海中瞬间多了许多对基础呼吸法的理解。成功了，我终于顺利突破到纳气境了。有了这个系统，就算我现在资质很差，但是时间可以弥补一切。今日似乎会有一场大戏在陈家上演，这也是前身病急乱投医，最后却因为吃了废丹药而死的原因。如今我可不能错过了。我知道，自从师父和师娘失踪之后，一直就有人在我背后蠢蠢欲动，搞小动作，尤其是你陈星远，你拿走陈导的名额，不就是为了给你未婚妻柳婷儿吗？胡说八道！陈素颜，我也明确告知你，陈家不是你一人说了算，我们这么做是为了陈家整体利益。今日之事，要怪就怪陈导无修行天赋，无法开启修为。谁说我未开启修为？陈导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陈导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素颜师姐，我听说你们在议事，就过来看看。这里没你的事，你先回去吧，师姐会处理好一切。慢着，陈导师弟既然来了，就一起谈谈今天的事情吧，你说好吗？好啊，那就谈谈。陈心远，刚才你最大声，你先说。陈导师弟，等一下，现在是在大殿议事，叫我少府主。陈导今天怎么了？和平常唯唯诺诺的表现很不一样。谈什么？说吧。少府主，既然这样，我就明说了。因为你至今未开启修为，大家提议让你放弃黄武学院的名额，由陈家更杰出的弟子去黄武学院学习。你说说看，名额给哪位杰出的弟子？我们觉得柳婷儿就不错，婷儿年纪轻轻，修为已经是陈家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了。柳婷儿是你未婚妻，当然不错。陈星远，你真是不要脸。你姐，她这哪里是不要脸，她明明就是臭不要脸。不管怎样，柳婷儿早在5年前就开启修为，不是少府主你能比的。是吗？陈星远，皇朝之所以给陈家一位免试名额，是为了奖励陈家对皇朝的贡献，而这个奖励是给陈家的直系后人。柳婷儿一个外姓之人，何德何能？外姓之人怎么了？他既然入了陈家，就是陈家的人。如果他进入黄武学院，日后对陈家的贡献绝对比你这个终生不能开启修为的少府主强。陈星远，你少府主，自从府主和府主夫人失踪后，陈家没落已成定局，陈家需要后起之秀，希望少府主能为陈家着想。就是，少府主要以大局为重。不让又如何？你们一个个欺负陈导算什么？有本事冲着我来！陈素颜，你已经考入玄武学院，还能在陈家待到几时？而且这事怨不得别人，少府主不能开启修为，占用名额就是浪费。哼，谁说我不能开启修为？你要是能开启修为，我这陈字倒过来写。哼，那你就瞧好了。少府主开启修为了。师弟，你真的开启修为了？
是真的。太好了，这么多年你终于成功了。姐，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嗯，我相信你。对了，东耳星远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你叫我什么？陈字倒过来写，不就是东耳？你很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不配姓陈。哼，少府主这些年修行不怎么样，嘴皮子倒是长进不少。陈星远，你当真以为我会任你欺负师弟？我有说错吗？大家都明白，他就是个废物。陈星远一掌就被击退了，陈素妍不愧是龙陵帝国都出名的天之娇女啊。这陈素妍确实妖孽，修为竟又提升了一大截。诸位长老，陈导已经开启修为，你们如何说？既然少府主已经开启修为，我支持少府主前往黄武学院。不错，我也同意。我觉得还是不妥，少府主就算能修行，但日后的修行速度恐怕极为缓慢，所以我倒是有一个折中的办法，那就是让柳婷儿挑战少府主，胜利者获得黄武学院的名额。少府主，按照我们陈家的规矩，有同辈弟子挑战，你不得拒绝。我不同意。姐，这件事总归要解决，让我来处理吧。陈导，我可以答应柳婷儿的挑战，不过什么时间决斗由我定。可以，但距离黄武学院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挑战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。可以。哼，看他这一个月修为能怎么提升，走着瞧。就是啊，我看少府主就是太年轻了。真是，哎，真是。陈导，你这样做太冒失了，陈星远明显是故意激你。姐，你放心，我有信心战胜柳婷儿。我既然已经开启修为，就不会再让你失望的。那行，我相信你。姐，陈家的没落至少让我们看清了很多人的嘴脸，现在没有什么比提升实力更重要，所以从即日起我要抓紧修炼了。陈导，你能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。现在我已经开启修为了，先找一些功法练习，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行。看来这边的功法还真不少啊。啊啊，嗯，少主，大家各自散去吧，我随便看看。你们对陈导这么客气干嘛？少主开启修为了，我们当然要客气点啊。你们太高看他了，以他的资质开启修为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进展。哼，说的也是，堆了这么多弹药，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启修为，资质太低起步太晚，哪有错呗。流星拳，这功法以速度见长，简单易学，正适合现在的我。这边没人，试试看。系统，流星拳的修炼时间调回五年后。脑海中瞬间多了五年对流星拳的领悟，现在流星拳已经小成了。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些功法都调回五年后。系统，风云步的修炼时间调回五年后。蝴蝶剑调回五年后。夺命腿调回五年后。五行拳调回五年后。天行指调回五年后。你们看，陈导在那干嘛？这么多功法书籍，难道他都想练习吗？怎么可能，那些功法随便练习一步都需要两三年才能小成，这么多太夸张了。就是啊，这一上午他看的功法书籍已经快30多本了。哎，贪多嚼不烂，少主有点急功近利了。
不觉已经看了一整天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藏书阁厉害的功法都被我练习过了，可惜高阶功法太少了。站住。嗯，陈玉。陈导，你给我过来一下。你是在叫我？不错，我让你过来你就得乖乖照做。你敢打我？我是少主，你算什么东西叫我站住？给本少主道歉。我叫少主有事道歉。你快点给我道歉。可恶，是我无礼了，给少主道歉。既然修为已开，我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辱。很好，现在可以说事了。今天藏书阁有我之事，少主把藏书阁弄得如此杂乱，按照规矩需收拾整齐才能离开。哼，你给我讲规矩，这藏书阁都是我家的，讲个屁的规矩。你什么？你不服气？来，我给你个机会。少主什么意思？哼，你是不是眼馋的黄武学院的名额？只要你能赢我，我就把名额让给你。当真？来，出手吧。少主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只要你能赢我，我就把黄武学院的名额让给你。少主，这可是你自己找虐。废话少说，出手吧。那就让你看看我刚练成入门境的火云拳。火云拳？什么？没听说少主有练过火云拳啊。我记起来了，上午他有看过火云拳的功法。这不可能，你肯定之前修炼过火云拳。不服气的话，你们这几个都可以上。好，我来。疾风腿。疾风腿我也会。什么？他还练了疾风腿，而且也是小成境。看我飞虎拳。又是小成境，少主怎么会这么多的功法？莫非少主一招领悟成了逆天骄子？哼，你们服了吗？服了，少主，我们服了。你们呢？少主，我们心服口服。少主威武，少主威武。月哥，我们也走吧。走。老爷夫人，这么多年少爷终于开始崭露头角了，如果你们知道，想必一定很欣慰吧。陈家现在危机四伏，我必须以雷霆手段才能凝聚人心，力挽狂澜。少主啊，管家，什么事？少主，刚才乐舞郡主给您送丹药来了。丹药？难道果然与我前身吃的丹药一样，都有一股馊味？乐舞郡主说这是最新炼制的宝元丹，有提气凝神的作用。又拿过期的丹药来骗我，这乐舞郡主不是好人呢。行，我收下了，替我多谢郡主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少主，你还没给钱吧？你去跟乐舞郡主说，本少主最近急需各类丹药，让他再多送点过来，到时我自会与他结算。是。到时我要好好和他算算旧账。系统，丹药时间向回调节五年。只有三枚丹药成功了，看来其他丹药的过期时间太长，回调五年也没用。算了，先吞服这些好的丹药，吸收完再说。没想到这三枚丹药如此神奇，
竟然让我境界一下子提升了九层，只差一线就突破到纳元境了。看来要多弄些丹药才行。陈导。啊？姐，你来了。藏书阁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过来看看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就陈月那种货色，再来几颗也伤不了我。啊，你的气息雄厚了很多，难道修为又增加了？姐，我现在的境界是纳气境九层了。什么？纳气境九层？你没骗我，让我看看。确实没错，是纳气境九层。没想到你开始修炼后进度这么快，不愧是师父和师娘的儿子，你绝对是天才。我这叫厚积薄发。本来师姐不太看好你和柳婷儿的比试，现在放心多了。来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丹药，加紧修炼吧。姐，我现在不需要，我有丹药来源。你有什么来源？现在陈星远已经封锁了钱库，根本不会让你动用陈家的钱物。姐，你把丹药都给我，你自己修炼怎么办？我是你师姐，照顾你是应该的，不用为我操心。陈导，接下来你要加紧修炼，然后突破纳元境，突破需要的元灵之物我会替你准备好。元灵之物？嗯，我查阅过了，与你最配的元灵之物便是元灵石，所以这几天我会离开陈家，去元灵山替你寻找上等元灵石。元灵山？姐，元灵山中凶兽遍地，太危险，不要去了。没事，你师姐我可不是普通修士。姐，我给你的那颗丹药记得服用，等着我回来。可恶！素颜，别逞强了，你现在面对的是整个元灵山最强的凶手真武圣，有他在，你今天是不可能取得那元灵石的。二皇子，你身份尊贵，千里迢迢来此，就只是为了说这些吗？那我就直说了，素颜，我需要一个未婚妻，增加在我父皇心中的分量。这关我何事？素颜，作为近几百年来最杰出的天骄，你做我未婚妻最合适了。这绝不可能。素颜，只要你答应做我未婚妻，我立刻就帮你取得那元灵石，而且我皇子身份加你才貌双全，你我结合是相得益彰，两全其美啊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是吗？看样子那狰狞兽要准备吸收元灵石了，你时间不多了。不愧是陈素颜，这种神话再现般的天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不错，若有此女辅助，皇子日后谋事将事半功倍，如虎添翼啊。看来对他我要费点心思才行啊。孽畜，快快让开，否则我让你魂飞魄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天女宴镇压。这狰狞兽好像在激发血脉。什么？神皇血脉？这狰狞兽如果觉醒的是神皇血脉，那陈素颜就危险了。这，你们快过去帮助他。是。这狰狞兽竟然破了我的天女宴。陈小姐，我们助你一臂之力。啊！
愧是具有神皇血脉的妖兽，我们接近王侯的修为竟然无法留住他。素颜，恭喜你，这颗等级最高的元灵石终于被你得到了。刚才多谢二皇子相助，来日必当感谢。素颜，本皇子第一次见你就对你心生爱慕，刚才的请求何不再考虑一下？不用考虑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哼，有意思。殿下，这陈素颜未免太过高傲了，你可是堂堂一国皇子，他竟然就这么走了。哼，高傲才好，不然胭脂俗粉怎么配得上本皇子？师姐给我的这枚丹药灵力充沛，药香浓郁，一看就不是岳武郡主那些废丹能比的。所谓纳元境的突破分为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境界修为突破纳元境，第二个就是契合元灵之物。因为元灵大陆修士修炼，每跨入一个境界都必须寻找相应种类的元灵之物破境，突破纳元境的元灵之物是灵石类，以后的境界则会需要植物类、兽类的元灵之物。元灵石素颜姐已经帮我去找了，我现在还是先突破修为要紧。师姐的好意不能浪费，要尽快突破到纳元境。等师姐带回来元灵之物，我再契合元灵之物便可。此事当真？弟子亲眼所见，素颜小姐确实带回了一颗七彩元灵石。可恶，七彩元灵石是等级最高的元灵石，没想到真被陈素颜得到了。远哥不要着急，就算陈导突破到纳元境又如何？别忘了，我可是纳元境九层，距离灵海境只有一步之遥，他不会是我的对手。灵儿，陈导最近的表现有些不同寻常。不错，前日在藏书阁，他短时间内就学会了多种功法，就像是开了窍一样，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势，而且轻而易举就击败了我。远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那皇武学院的名额岂不是危险了？婷儿，放心吧，那个名额定是你的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远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姐，你回来了。这个你拿着。啊，七彩元灵石。姐，听说这种等级最高的元灵石是有强大妖兽看护的，你没受伤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利用这颗元灵石抓紧突破，半个月后你一定可以战胜那个柳婷儿。有着最高级的元灵石，我几乎可以达到完美契合，突破后战力飙升，只是有的人可能要坐不住了。少主，陈素颜小姐有急事找你，让你赶紧过去。带我过去。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拿到了，真是个蠢货。盗窃元灵石可是背叛家门的重罪。你陈月，按家法处置就是废去修为逐出家门，你是自己动手还是我来？确实是我小看你了，看来你早就猜到我要来了。不过那又如何，元灵石还是被我拿到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看这是什么？可恶，竟然是空的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现在投降指控陈心远，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，就凭你留不住我。
纳元境九苍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修为增长得这么快？我守三省，不投降我就毙了你。这都是你逼我的，我这天雷符的威力相当于灵海境巅峰的全力一击，就算你是纳元境九层也难逃一劫。攻击符咒这确实有些麻烦。怎么回事？哪里的动静？在少主的房间里。不好，有人来了。少主别怪我，一路走好。好凶猛的雷电。什么？目标竟然是我手中的七彩元灵石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劈中陈导？呀，又劈他！解决了他，就不会有人知道今天的事情了。灭口吗？啊，远哥，陈月果然不是陈导的对手，幸亏你提前准备了那枚符箓。陈导难道真开窍了不成？这废物的成长速度还真是让人吃惊。好在园林石被击碎，陈月也是死无对证。哼，不然契合了那枚最强园林石，这废物的实力恐怕会突飞猛进。远哥，为何不直接解决了陈导？岂不是一劳永逸？现在不是时候，毕竟陈王府的一切还没有真正被我掌握，尤其是王侯世家的那个资格。丁二，虽然这次阻止了陈导契合最强元灵之物，但陈导已经突破到纳元境，我有些担忧，他这种恐怖的修行速度在比试的时候会对你造成威胁。远哥放心，我绝对会战胜陈导。你是真正的做大事的男人，平儿会用尽一切帮你。陈导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七彩元灵石怎么碎了？陈月作为陈家子弟，大逆不道，竟然想要谋害少主，真是罪有应得。这背后是谁指使的？诸位长老已经心知肚明，大逆不道的是陈星远。立刻通知下去，陈家召开全族大会，让陈星远过来认罪。少主，陈月已亡，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幕后主使是陈星远，这是不是太冒失了？闭嘴！陈星远对我出手，就是在反叛陈家。到了现在，你还为陈星远说话，是何居心？少主言重了，既然少主想要如此做，我等照做就是。只是到时候，结果未必如少主所愿，少主可要做好准备。我知道，退下吧。姐，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太冒失了？你是陈家少主，你的决定就是陈家的决定，姐支持你。不过陈星远绝对不会认罪，恐怕还会倒打一耙，到时候你这个少主更难服众了。姐放心，我有把握。可惜这枚最强元灵石坏了，不然你的实力肯定能得到极大的提升。稍后我再去元灵山给你找一枚，虽然不如这一枚，但姐会尽力给你找到最好的。姐不用，我有办法让它复原。系统，七彩元灵石时间调回到一个时辰前。这元灵石复原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陈素颜为我可以拼上性命，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对我最好的人，我也没必要对他隐瞒什么。姐，这是我的能力，目前只有你知道。姐，陈心远狼子野心众人皆知，想要陈家安稳，此人不可留，今日我就要对他下手。你既然决定了，那就去做，师姐全力帮你。师姐，几个长老现在多半都偏向陈心远，你先去稳住局势，我稍后过去。
听说少主要指控我，听到这事儿差点没把我笑疯了。少主知道他是在玩火吗？陈星远，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清楚。陈素颜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陈导这明摆着是公报私仇，依我看，他没资格当这个少主了。陈星远，你……素颜，这次少主有些离谱了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没有证据，这就是污蔑。够了，你们不担忧少主的安危，却在这儿替陈星远说话，你们是何居心？这陈家到底谁说了算？素颜，别生气，这件事太大，要是没证据，这如何收场？哼，既然少主敢说，就绝对有证据。无论如何，就算强行镇压，今日也要帮陈导把陈星远从陈家踢出出去。证据？你倒是让他拿出来看看，这么久了他人都还未到，恐怕是吓得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吧。东二星远，少主我在这儿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见礼？没看见本少主到来？见过少主。诸位长老请坐。陈星远，你站住。少主有何吩咐？行刺本少主，你可知罪？少主，你这是污蔑，污蔑我，你可知道什么后果？跪下。什么？我让你跪下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让我跪？姐。少主让你跪，你就得跪。陈素颜，你干什么？少主让你跪，你没听见吗？诸位长老，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陈素颜为所欲为。陈素颜，你想造反吗？陈素颜，你太过了，陈家岂容你说动手就动手？这陈家我只听少主的，你们这些人竟然把少主的意思说成造反。是何居心？少主，府主和夫人失踪，这些年是陈星远在主持陈家，对陈家有功，如此对待一个功臣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啊？派人行刺本少主，这就是陈家功臣的所作所为？陈导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我问你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谋害你了？不错，没有证据，纵然是少主也不能如此对待陈家功臣，还逼着陈星远下跪，如何能让大家信服？少主还是说句话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哼，陈导，这是你自找的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少主还是太过年轻，不如此事暂时作罢，等调查清楚了再做决定。行刺少主这等大事，少主也是心急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少主的心情可以理解。二位长老少在这里和稀泥，今日之事不可能善了。我陈星远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侮辱，今日此事要是不给我个交代，你这个少主也就别当了。哼，交代是吗？那我就给你个交代。裴月，进来。哼，装模作样，陈月已亡，此事死无对证，陈导你再怎么指控我也是徒劳。陈星远，可还认得我啊？陈月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看过陈月已经没气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陈星远，我为你办事，行刺少主，你竟然还要将我灭口，你好狠的心！不可能，他肯定不是陈月，陈月已经没有气息了，他定是陈导找人假扮的。陈月是我用天雷轰灭的，他绝不可能还活着。我来验明正身。是陈月，没有错。什么？陈星远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
系统，陈月的时间向回调整到一个时辰前。这是我第一次对人本身使用时间调节。扳倒陈星远，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，所以陈月必须活着。他怕死？我还活着？难道是？系统警告：时间调节不可作用人的生老病死。警告：再有下次，系统将直接原地爆炸。看来系统还是有使用限制的。少主，你救了我。是我救了你，费了很大的代价。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吧。我如此对待少主，少主还能救我？以后我这条命就是少主的，少主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陈月在说谎，我根本就没有指使他，是他自己对少主怀恨在心，和我无关。怎么回事？陈月为什么突然活了？陈心远，你放屁！当日你听说少主得到了七彩元灵石，你为了避免少主实力获得巨大的提升，让我毁掉元灵石。又怕我完不成任务，故意给了我天雷符。只是我没想到你如此心狠手辣，不但毁了少主的元灵石，还要对我灭口。逆徒，陈家养育你，你竟然如此大逆不道！陈星远，我没想到你真能如此胆大包天。诸位长老，你们是信我这个陈家功臣，还是信陈月这个小人物？功臣？我呸！陈星远，这些年你做了什么事，你自己清楚。少主，诸位长老，陈星远这些年做了无数对不起陈家的事情。住口！陈星远这些年私自……宰了你！陈月，你继续说。我陈家之所以没落如此之快，第一和陈家两位王侯失踪有关，这些大家都知道。可你们不知道的是，陈家衰败就是陈星远一手造成的。陈星远这些年中饱私囊，和一些人里应外合，变卖陈家的家产。陈家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家产是被陈星远偷拿出去变卖，获取私利。他这些年不断通过打压少主，让少主逐渐在陈家失去威信，而他自己则是在陈家中饱私囊，培育党羽，目的就是把陈家彻底变为己有。此人根本不是什么陈家的功臣，他就是一个家贼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这就是证据，这个账本里记载了陈星远这些年做过的所有坏事。什么？陈星远，这些年你竟然坏事做尽，你对得起师父师娘吗？师父师娘从小收留你，没想到你却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今日我就毙了你，为陈家除害。陈素颜，住手！陈星远，你也知道害怕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我承认我做了此事，但我本意只是毁了元灵石，并没有要谋害少主。你不能动我。陈导，毙了。不要啊！几位长老，救我！陈素颜，住口！今日谁敢替陈星远求情，谁就是陈家叛徒。小心，此人的修为深不可测，比我等要高不少。快走！想走？天女宴！不好！陈素颜竟然如此厉害，小看他了！被他们跑了。魔法，
从此陈星远就是丧家之犬。诸位长老，你们如何？遵少主令。多谢阁下的救命之恩，不知道尊姓大名。啊，这里是哪？阁下如果不说话，那我先离开这里了。陈公子，着什么急呀？啊，岳武郡主，很惊讶吗？是有些惊讶，不过郡主派人救我，这份恩情我陈星远铭记于心，有朝一日定会相报。哼，少说那些没用的，从现在起你为我做事，帮我夺得陈家。帮郡主夺得陈家？怎么不愿意？我知道你有野心，一直想要彻底掌控陈家，但是现在你失败了。哼，要不是陈素颜，我何止于此？陈素颜早晚要离开陈家，我还有机会。都已经成为丧家之犬了，说这些还有用吗？他有变化又如何？没有陈素颜，终究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哼，别自欺欺人了，陈导在快速成长，他毕竟是王侯的后代，况且父母还是双王侯，一旦爆发，成长潜力确实惊人，之前我们都小看他了，现在他能扳倒你，以后你更没有机会了。切，为我做事，我对陈家本身不感兴趣，我只要一件东西。岳武郡主想要陈家的王侯令。不错。那王侯令有何用处？这个你无需多问，你只需知道王侯令并不只是身份的象征，它还代表了一步登天的机会。现在告诉本郡主你的决定。我想考虑一番。确定需要考虑？这时宁时静。哼，要不是怕暴露身份影响郡主的计划，你真以为老夫能轻易被陈素颜击败？陈清远愿意为郡主效犬马之劳。很好。系统，暗器的时间向回调整到5个时辰前。秦王府，来救陈星远的人果然是秦王府岳武郡主。现在陈家内部的毒瘤已经基本被我拔除，可以安心修炼一段时间了。少主。谁？少主莫慌，是老夫陈太。陈太爷爷，我竟然一瞬间脱口而出叫眼前的老者爷爷，脑海中的记忆里前身和眼前这老者关系十分亲近。小时候的陈导因为父母忙碌经常不在身边，那时候陈素颜还没有来到陈府。陈太爷爷，所以我真的没有修行天赋吗？是由陈太负责照顾。你不是没有天赋，而是你的天赋还没有展现出来。你是王侯的子嗣，王侯是这世间最强的人，你比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更有天赋。真的吗？我不是废物。爷爷怎么会骗你啊？那我继续去修炼了。快来啊，少主被掳走了，我们快都不在，走吧。掳走了陈府小少，不怕两位王侯不束手就范？放了少爷。这家伙很强，那就和他玩玩。陈太爷爷，少爷，好家伙，看你救不救。少爷。爷爷，继续攻击陈府小少爷。老家伙受死。
少爷别怕，我在，谁也伤不到你。陈太爷爷，那次之后，陈太受伤严重，大部分时间都在闭关修复伤势。不过每当原主有危险的时候，陈太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原主的身边。少主，你最近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，你能以雷霆之势迅速掌控陈府，确实成长了很多，不愧是王侯后代。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陈家现在内忧解除，但外患才是最大的危险。外患？陈太爷爷指的是秦王府。封烟城作为王侯镇守的城池，算上我们陈府，有三大家族，外加一个秦王府。以前你父母在的时候，自然无人敢找事，但是现在府主和夫人失踪这么多年，各家势力都在蠢蠢欲动。我该怎么办？府主曾经和我说过，除非少主有灭顶之灾，其他事情我不可出手。接下来还要看少主你自己。少主，其实我今日见你是给你送这件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府主离开的时候交给我的，特意嘱咐我在少主能真正掌控陈府的那一天把这个东西交给你。打不开。这上面有府主的封印，只有少主到了一定的修为境界才能打开它。陈太爷爷，我父母他们真的回不来了吗？原主的记忆深处对父母有着极深的思念，很多时候这种突然涌起的感情似乎让我感同身受。少主不用担心府主和夫人，他们是王侯，是这世间最强大的人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封烟城陈家这些年全靠远哥撑着，他陈道凭什么治远哥的罪？一个有名无实的少主真把自己当陈家的主人了。不行，我要去皇城陈家告状，罢除他的少主之位。云儿。谁？是我。远哥。你们先下去。是。记住，今日的事情不可让任何人知道，日后我带你们去皇城陈家，那里才是陈家真正的根基。是，柳小姐放心。远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婷儿，我来找你有重要事情。远哥，你放心，我哥现在在皇城陈家说得上话，此事我必会找陈家主脉给你讨个公道。婷儿，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挫败陈导的威风，不能让他在陈府树立威信，否则就算主脉来人也不好扳倒他了。远哥，我该怎么做？还记得他答应和你的比试吗？远哥的意思是让我当众击败他，夺了他皇武学院的名额，让他这个少主威信扫地。不错，比试必须马上进行，现在陈道失去了那颗最强元灵石，还未达到灵海境，实力远远不是你的对手，而且他就算突破到灵海境也只能是契合一般的元灵之物，仍旧不可能是你的对手。我明白了，明日就去找陈刀比试。在这个世界，强者为尊，只有成为王侯才能无敌于天下。今日我便修为再进一步，突破纳元境。突破了，突破到灵海境后，身体的丹田内会出现一片灵海，灵海的大小决定了修士可以容纳天地灵气的多寡，进而决定了修士的强弱。我的灵海只是一个小水洼，看来我的资质还真是弱得可怜啊。不过突破后修士需要契合元灵之物，只要契合到强大的元灵之物，同样可以逆天改命。既
系统提示：境界提升，时间调节范围增加到50年。哼，可以前后调节50年的时间，这样系统的用处就大多了。之前调节5年的时间，确实很多时候不够用。这个元灵石是元灵山中等级最高的元灵石，并不代表是世间等级最高。据说元灵石的等级提升，只能靠时间积累。系统，元灵石的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有效果，变成黑色的了。这颗黑色元灵石竟然引起了天地变化。传说只有超越凡品，晋升仙品之物，才会引出天地雷鸣。晴空雷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郡主，此等异象像是有异宝出世，我也只是在皇城有幸见过一次。难道是王侯令？传说王侯令极其神异，非凡铁打造。啊！陈府那边怎么了？陈家是王侯世家，底蕴深厚。这里虽然不是主脉，但是陈家起家的地方，要不然陈家少主也不会生长在这里。如今有重宝现世，最有可能的便是陈家王侯令。父亲，现在各家都在盯着陈家的王侯令，那玩意到底有什么用？那是无价之宝，只有王侯才配拥有。据说王侯令可以超脱自我，是修士梦寐以求的东西。而且王侯令还可以获得一项无上资格，获得那项资格，能让一个普通人直接站在亿万修士之上。超脱和资格，几千年来这世间的王侯世家几乎从未变过，所以王侯令也从未被外人得到过。现在最年轻的王侯世家陈家没落，大家看到了希望。父亲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去陈家看看，想必现在很多人都在赶往陈家吧。这么说，现在这颗黑色元灵石经过50年的时间再次晋级了。原本顶级的元灵石经过再次升级，让它超脱本身，变得不凡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契合它，彻底完成灵海境的巩固。元灵之物契合成功了，这是契合了黑色元灵石，我体内灵海从一个小水洼竟然变成了一片汪洋。陈导，出来！陈导，你给我出来！如果我没记错，这是柳婷儿的声音。陈导，你我约定过比试，今日我柳婷儿正式挑战你。是柳婷儿，休要胡闹。二长老，这是我和陈导的事情，你少管闲事。别以为你哥在皇城陈家为你撑腰，你就如此嚣张，对少主大不敬，是以下犯上。哼，那也要等他的少主之位坐稳再说。陈导，身为陈家少主，你难道想当缩头乌龟？有本事现在就和我一战。之前你们比试之事，少主说过时间由他定。柳婷儿，赶紧离开这里，莫要胡搅蛮缠。他不出来，我就把他骂出来。陈导，你躲不掉，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。来人，把他轰出去。不必了。哼，你终于敢出来了。柳婷儿，我答应你的挑战。收手。二长老，不必多说，我有分寸。郡主，这么匆忙，可是有急事？郡主，
我已经让柳婷儿今日挑战陈导，只要当着陈家众人的面让陈导一败涂地，这个少主也就彻底成了摆设，到时候我再回陈家定能帮助郡主找到王侯令。做得不错，只要事情办成了，本郡主祝你成为陈家真正的少主。谢郡主。郡主这是去哪儿？去陈府。陈府今日显露异象，多半和那枚王侯令有关。现在柳婷儿多半已经击败了陈导，岳武郡主也正好可以看一下陈导的狼狈样子。哟，郡主这么巧。我来看看陈少主，顺便催催账，他可是欠了我不少银子。我也是过来和陈少主谈谈心，毕竟很长时间没见陈家这个大废材了。今日倒是来得巧，没想到还有热闹看。可探测到什么？异象消失，没有探查到王侯令的任何信息。陈导，你只要答应我让远哥回归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陈心原想谋害我，那是陈月做的，和远哥无关。远哥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陈家着想。哼，事实如此，你替他狡辩也无用。天下王侯世家哪一个不是蒸蒸日上，只有陈家日落西山，远哥不过是想要拯救陈家而已。除掉我就能拯救陈家？至少能让陈家少受些嘲笑，毕竟你这个废物少主的名声可是臭名远扬，连累着陈府也是名声不佳。柳婷儿，还记得当初你为什么从皇城陈家来到祖地陈家吗？自然记得，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陪伴你这个所谓的少主，但是谁让你不争气，我是真的一点和你待在一起的兴趣都没有。所以你选择了陈心远。至少远个少年英姿，除了那个不讲道理野蛮的陈素颜，这陈家就他资质最好，如果陈家完全交给远哥，绝对比在你手上合适。陈导，你我有约在先，这场比试你逃不掉。陈导，你我有约在先，这场比试你逃不掉。没脑子的女人，你应该叫我少主。你还不配。那我就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教我规矩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什么？看来陈导的修为达到灵海境了。那又如何？柳天二早就入了灵海境，陈导在修为境界上差得太多，基本不可能取胜。看来我小看了你，没想到你已经破境了。不过我是灵海境七层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陈导虽然只是刚进入灵海境，但似乎很强。陈导，你打我脸？柳婷儿，你还知道要脸？我灭了你！你见得住吗？怎么可能？现在知道本少主的厉害了？你一个陈府外姓，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对本少主不敬？你个废物，你凭什么能胜过我？我不信。你这么强只有一个解释，你突破灵海境的时候契合了至强元灵之物，你的最强元灵石已经被毁，难道陈素颜又为你找到了一个至强元灵之物？少废话，柳婷儿，你败了，皇武学院的名额还是本少主的。哼，陈导，你现在战胜我又如何？你境界已经落后我太多，等我突破到灵桥境，我必会报今日之仇，我们走着瞧。站住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说过要教教你规矩。你敢动我？我是皇城陈家的人。你废了我的灵海。
皇城陈家的人，柳婷儿，你是不是傻？这陈家是本少主的。陈导，你敢废了我，你完了。扔出去，不许他再踏入陈家。柳婷儿，你还真当少主还是以前的那样？你肯定是受陈心远忽悠了，对少主不敬，你这是自取其辱。陈少主今日让我刮目相看，这岳武郡主确实姿色绝艳，怪不得很多世家公子都是他的舔狗，原来的陈导也是其中一只。不过这女人心肠太坏了。陈导，没想到你不但开启修为，而且修为提升这么快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还要感谢郡主卖给我的那些丹药，我才能修为突飞猛进。那些丹药，那些废丹真的有作用吗？本少主看到你真正掌控陈家，为兄我真心为你高兴。根据记忆，此人叫于明，于家是封烟城的本土大家族，这些年陈家没落之后，一直觊觎陈家的产业。为兄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。什么事？请说。那我就直说了，陈家这些年逐渐没落，陈府的灵酒房也是一年不如一年，正好我余家也有此业务，不如陈家的灵酒房被我余家收购如何？这样皆大欢喜。少主不可。少主，灵酒房是府主和夫人留下来的产业，也是陈府收入的主要来源，没了灵酒房，陈府会一落千丈。于明，你也听到了，灵酒房是陈家的核心产业，你能出多少钱？我余家可以出500灵石。不可能，陈府的灵酒房曾经是海元城最好的酒房，就算不如以前了，也至少是2000枚灵石。明明，你也听到了，陈府的灵酒房曾经是海元城最好的酒房，20000枚灵石卖你了。20000枚灵石？你是耍我还是不想卖？我想卖，但你出不起价钱。吓坏老夫了。陈导，你要想好了，陈家灵酒房在我余家灵酒房的竞争下，生意只会越来越差，最后一文不值。我这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那就20000枚灵石买走。你一向木讷的陈导，怎么现在变得如此伶牙俐齿？看来陈少主确实不打算卖了。既然如此，于某告辞。不送。陈少主，你刚刚掌控陈家，可能不知道管理一个大家族的艰难之处。凑着瞧好了。陈导确实变了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对我言听计从。少主，余家和陈家在灵酒房的产业上一直是竞争对手，这些年陈家逐渐没落，余家趁势而起，利用各种不光彩的手段抢了我们不少灵酒房的生意。要是府主和夫人还在，这余家连个屁都不敢放。陈导，正好我也有事和你商量一下。郡主请说。我们找个地方喝喝茶，慢慢聊如何？哦，求之不得，快请。陈导还是那个陈导，我稍给他些和颜悦色，他就会喜出望外，果然还是那条舔狗。少主，要不要等陈素颜小姐回来？往日就听闻这个岳武郡主专门坑少主，他肯定没有什么好心思。不用，我能处理。这位可是我的金主，戏还是要演下去。郡主请吧，多日不见，我甚是想念。大胆。失礼了，实在是我对郡主一片痴情，情不自禁呢。无妨，走吧。陈导，看见你修为增长如此之快，我替你高兴。小五高兴我就高兴，
抱歉，失言了。如果郡主介意，我可以改口。无法，我们不必那么见外。小五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，能帮你的我肯定帮你。既然你对我一片真心，那我就不见外，直说了，我想要陈家的王侯令。好家伙，你还真不见外，直接张口就要王侯令，这是把我当二傻子了吗？我对陈家的两位王侯仰慕已久，所以才想看看真正的王侯令。如果让你为难，那就算了。小五想要王侯令也不是不行，只是陈家规矩森严，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为陈家生个大胖小子。你耍我？我对小五一片真心，怎么会耍你？王侯令事关重大，如果小五为我生了孩子，自然就是陈家的人，王侯令给你也无妨。陈导，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达到那一步，生大胖小子的事以后再说，我现在就想看看王侯令。竟敢对郡主如此无礼，要不是你还有利用价值，老夫让你好看。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以真心换真心。真心换真心？我对小五你一片真心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但是小五你对我是否是真心，陈家不少人有不同的看法。我自然对你真心一片。小五需要拿出行动，陈府的人看在眼里，到时候我把王侯令给你，他们自然就无法反对。我明白了，容我回去想想。哎，我送你。哼，演戏谁不会啊。陈导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岳武郡主又想诓骗陈导，陈家不欢迎你。嗯，陈素颜，你恐怕对我有什么误解，我对陈导一片真心。姐，消消气，郡主对我是真心的。真心？告辞。陈导，我会让人再送一些丹药给你，这次免费。小五，你对我真好。陈导，你没事吧？你还相信岳武郡主？姐，你放心，我怎么还会相信他？我要他把之前占的便宜都吐回来。陈素颜实力如何？我感觉到很大的压力。一对一，我没把握胜他。竟然这么强。少主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按照少主的吩咐钓到鱼了。姐、还要辛苦你一趟，跟我去抓鱼。抓鱼？远哥。婷儿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？远哥，我低估了那陈导，陈导的修为已经跨入了灵海境，实力很强。能让你受伤，确实实力很强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胜了就好。婷儿你辛苦，接下来好好养伤，陈家是我们的了。远哥，我败了。什么？你败了？陈导竟然击败了你？陈导有多废我是知道的，他怎么可能击败你？怎么就不可能？陈星远，你的末日到了。陈导，你是跟踪柳婷儿过来的？陈导，你利用我。要不你以为我为什么会放你离开？你也就这点作用了。可恶，远哥，我们和他们拼了。婷儿，今日你我就全力一战，大不了葬身此地。不论如何，能和远哥在一起，我无怨无悔。陈家叛徒当诛，陈素颜，我柳婷儿不惧你。什么？远哥，你，远哥。
抱歉了，婷儿。长哥，你。想走？追！无论如何，陈心远不能留。丹药还是要多给陈导送去一些，把剩余的都给他吧。都给他？反正那些废丹不值钱，本郡主又没有花什么代价，而且他吃了那些废丹，也修炼不出什么名堂来。就让他体会一下本郡主的一片真心。郡主这么做确实一举两得，只是曹明公子恐怕会生气。生气又如何？他生气又不会找我麻烦。说的也是。等从这傻小子手里骗到了王侯令，他也就没用了。郡主救我！怎么回事？小五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我在追捕陈家的一个叛徒，没想到这么巧，他逃到你这里来了。他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你说是不是？郡主，救我！救你？小五对我一片真心，怎么会救你这个叛徒？你就别做梦了。郡主，闭嘴！是陈少主毙了这个叛徒。陈导，这个叛徒既然自投罗网，我就替你斩了。小五果然对我一片真心，先告辞了。你说，陈导会不会在演戏耍我？我感觉他和以前很不一样。郡主，你并未付出什么，陈导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，就算他在演戏又如何？说的也是，那就走着瞧。少主，这都是岳武郡主送来的丹药，要说这岳武郡主对你还真不错呢。这些丹药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，可一旦存放几天，立刻就会变质，应该是送来之前做了一些特殊处理，不然岳武郡主也不会明目张胆的送了这么多次废丹。还好我有系统，这次利用系统得到这么多完好的丹药，够我修为增长一大截了。林海境一层、二层、三层、林海境五层，这些丹药品阶不低，而且都是极品，不知道岳武郡主从哪里得来的。这个世界丹药很珍贵，寻常势力根本不能炼制，现如今封烟城也就黄武学院有炼制极品丹药的实力。少主进来。少主，不好了。怎么了？余家对我们的灵酒坊动手了。带我过去。少主，这一次余家为了抢封烟城的灵酒生意，不但在对面开了一家灵酒坊，还暗地里挖走了我们这里一多半的灵酒师，简直是太过分了。秦掌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干什么去？陈月，你算什么？也配对我大呼小叫？陈安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是不是余家收买了你们，你们要去余家的灵酒坊？你们这是叛变陈家。是又如何？少主，不是我不肯留下来，实在是余家给的太多了。少主，这陈安是当年快饿死的时候府主从外面捡回来的，他的父母都是陈府出钱葬的，没想到此人如此狼心狗肺。陈安，如果你现在留下来，我给你余家的双倍。少主，如何？没想到少主有如此大手笔，听得我还真心动了。不过陈府的灵酒坊产业已经日落西山，一天不如一天，纵然留下来，没准哪天灵酒坊就彻底倒闭了，而余家的灵酒坊却是一天强过一天。是啊，是啊。所以我去意已决。那赶紧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让你赶紧滚，没听见吗？少主，大长老。陈导，住着瞧，我走了
陈家灵酒坊不出一个月就会彻底倒闭。陈月，做掉他。是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你敢？我现在是余家的人。住手！余公子，救我！陈导，陈安现在是我余家的人，你敢动他试试？废了他！你敢？余公子，我的手被废了。陈导，当着我的面废了我的人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走，我们进去。陈导，说什么算？我把话撂在这儿，你们陈府的灵酒坊一个月之内必会全部被我们余家扳倒，我们等着瞧。哎，少主来了。少主，现在这里谁在管事？啊，少主，陈安走了，这里属我的级别和资历最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陈良。和我说说现在的情况。啊，少主，灵酒坊出产的灵酒以年份论好坏，而调制灵酒最重要的是窖灵，窖灵的年份直接决定了灵酒的年份。陈安此贼，之前在我陈家灵酒坊就是负责窖灵的酿制。他走后，陈家无人可以制作十年以上的窖灵。你们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？少主，我在这陈家灵酒坊待了半辈子，无论如何也不想看着陈家灵酒坊关门呐。我这几日就单想办法制作出十年以上的窖灵，就算拼了我这条命也要做到，让陈安那狗贼知道我陈家灵酒坊少了他照样经营，绝对不会倒闭。很好，陈良，从现在起你就是陈家灵酒坊的负责人。另外窖灵也给我送一份，我也想研究一下。少主，怎么了？灵酒坊剩余的窖灵不多了，一共也只剩下四份，而窖灵的繁衍只有30年份以上的窖灵才可以。这是陈安离开前故意把窖灵消耗完，想要置我们灵酒坊于死地。陈良，给我送一份。少主，我如果觉得不可行，不会浪费窖灵。啊，那好吧。姐。灵酒坊的事情我刚听说，现在怎么样？暂时稳住了。你就是陈家少主陈导？是我。陈导，这位是当朝二皇子。原来是二皇子。大胆！见到二皇子为何不拜见？无妨，王侯世家有特权，可以不拜。素颜，陈家和余家灵酒坊之争，本皇子可以从中调解，让余家停止对陈家灵酒坊的蚕食，想必余家会给我这个面子。这也是本皇子的一片心意，你懂的。不用劳烦二皇子，此事我能搞定。陈家的情况本皇子也知道，本皇子和素颜关系匪浅，其实你不用见外。素颜的弟弟就是本皇子的弟弟。是吗？我倒是从未听我姐提起过你。你这样说倒是让本皇子有些尴尬了。师弟这些日子的变化真大，以前木讷的他现在也学会伶牙俐齿了。拿来吧。拿什么？见面礼。你想当我哥不给见面礼怎么行？哼，你倒是直接，把那本皇阶上品的功法搬牛拳给他。是。小子，拿着。哼。皇阶功法配不上我。小子，皇阶上品的已经是每个大家族的正族功法。算了，那本玄级中品神风腿给他。拿着。配不上我。看你小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二皇子，你如果没好东西就别拿出来丢人了，当我陈导没见过世面。皇子，今日我非要替你教训这小子。慢着。
这是一部剑诀，本皇子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，不过可以肯定至少是地阶功法。地阶功法，这个大头皇子果然有好东西。地阶功法是就算王侯世家也没有的东西，而陈家别说地阶功法，没落后连玄级功法都没有了。看在素颜的面子上，不用说了，得我心意。小子，还不赶紧谢过二皇子？说谢谢就见外了。来人，送客。既然如此，素颜，我就先走了，回头本皇子再来看你。皇子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这根本不像一位王侯之子该有的做派。不过，皇子，那部功法何等珍贵，整个天水王朝也就这一本，你就这么给那小子了？哼，无妨，那部剑法他练不成，修炼所消耗资源有多大，本皇子一清二楚。本皇子利用天水王朝的底蕴，耗费无数天才地宝，也才勉强练成了一剑。虽然威力确实极大，但练成第二剑，就算卖掉整个王朝换取资源都不够。所以本皇子根本想都不敢想练成第二剑。陈导，一个没落的陈家少主，陈家现在内忧外患，他更不可能练成。而且本皇子拿出如此珍贵之物，才能彰显我对陈素颜的看重，也算是卖给陈素颜一个人情。皇子高明。师弟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姐，你说。皇武学院入学的时间马上要到了。皇武学院怎么去？半个月之后，皇武学院大开山门，广收天下各路天才，天下王侯子嗣皆可有一人免试入学。到时候会有皇武学院的人来封烟城接你进入皇武学院。姐，这皇武学院如何？你就是从皇武学院进入玄武学院的吧？天地玄黄四级学院，皇武学院虽然排在最低，但仍然是传说中的存在，是天水王朝最好的修行学院，常人穷尽一生也难以进入。从皇武学院出来的弟子无不成为天水王朝的权贵。至于更上一级的学院，师弟，我只能说风光无限好，需要你自己去领略，你能明白吗？姐，你放心，我明白，只有自身强大才是一切的基础，才是陈家不倒的保证。师弟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姐，我进入皇武学院后肯定努力修行，争取早日进入玄武学院和你会合。好，师姐等你。好你个二皇子，怪不得这部高阶功法给得这么痛快，原来这部剑法如此难以修炼。根据这上面的记载，欲练此功必先准备巨大的资源用以消耗，光是练成第一剑就需要50年年份以上的灵草上万种，还需要特殊的剑灵草上千种，用于感知剑意，形成剑气。别说上万种，就单是一株灵草都价值不菲，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倾家荡产。修成第一剑，王侯世家都做不到，也许只有集天下资源的皇族才能办到。还是先解决一下教灵的问题吧。系统，成功了，教灵达到了30年份，它在繁衍。时间系统对每个物品只能使用一次，但新繁衍出来的教灵属于新的物品，应该可以再次使用时间调节。系统，教灵的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这太便宜了吧！真是又来一套。少主，余家现在主要售卖30年份的灵酒，而且价格压得极低，显然是故意针对我们，想要彻底击垮陈家的灵酒房。掌柜，现在怎么办？30年份的教灵，我们始终无法研制成功。是啊，怎么办呀？哎，是我们无能。如果能给我们1年半载的时间，绝对可以研制出30年份的教灵。掌柜，
这么短的时间研制出二十年份的教灵已经是奇迹，怎么是无能？可惜陈家灵九房撑不到一年半载。哎，少主不是拿走了一瓶教灵，你说他会不会研制成功？想多了，别说少主都没有接触过教灵，就算是研制教灵的绝对老手，这么短时间也办不到。再说这么多年了，大家也知道少主人是不错，就是这资质太一般。说的也是，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啊，少主怎么都垂头丧气的？请少主责罚，请少主责罚。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大人已经研制出了二十年份的教灵，但奈何三十年份的无法量产，尤其是余家，现在三十年份的灵酒价格压得极低，我们陈家的灵酒生意根本无人问津呐。少主，是我无能。陈掌柜，如此短的时间研制出二十年份的教灵，你已经做得不错了，起来说话。少主，再给我三个月的时间，我绝对能研制出三十年份的教灵。不用了。我不用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这竟然是五十年份的教灵。少主，难道这些都是？不错，这些都是五十年份的教灵。少主，难道你找到了一位制作教灵的大师？其实这些教灵都是本少主亲自研制的。少主亲自研制？苍天保佑啊，昔年府主还在的时候就是研制教灵的传奇人物，如今少主继承了府主的天赋，陈家灵酒坊兴盛指日可待呀。都排好队啊，一个个来，都能买到。陈家灵酒坊没了我陈安，你们啥都不是。陈岛那废人敢当众打我，陈家灵酒坊就等着倒闭吧。什么味道啊？好浓郁的酒香，从哪里飘来的？是对面陈家灵酒坊里飘来的。陈家灵酒坊五十年份灵酒便宜售卖。五十年份灵酒是不可能。父亲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我们余家灵酒坊真是太火爆了，陈家的人都被我们挖来，哼，他们一份灵酒也别想卖出去。五十年份的灵酒，给我来十份。不，真的是五十年份的灵酒。陈家灵酒坊果然还是有底蕴啊，特别好。是啊，等等，他们喊的是陈家灵酒坊。什么？你看他们排队的方向是陈家灵酒坊，而不是我们余家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一会儿人都跑陈家那边去了？余少爷，陈家那边研制出了五十年的教灵，而且卖的比我们三十年份的还要便宜。不可能，陈家研制教灵的技艺就你陈安最厉害，你离开他们连三十年的都研制不出来，怎么可能研制出五十年份的？哼，怎么就不可能？余明，你要不要尝尝我陈家新酿的灵酒？真的是五十年份的灵酒？陈导，别卖关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自然是多亏了陈安。我，陈导，你别污蔑我，多亏我什么了？陈安，我没想到你还念旧情，故意留下了五十年的教灵制作方法。就算你叛离了陈家，但本少主原谅你了，希望你以后在余家好好发展，大家以和为贵。你知道五十年份的制作方法？余少，我不知道，你别听他胡说，那陈导在胡说八道啊！够了，没有你的帮助，陈导那废物怎么可能制作出五十年份的灵酒？余少爷，我别说了，限你三天之内酿出五十年份的灵酒，不然我拿你试问。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三天怎么可能制造出五十年份的教灵？陈安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对，还能怎么办呀？
都怪陈导不知道怎么找到了50年份的制作方法，现在我们对余家已经没有价值了。三天之后余家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我早知道我不离开陈家了。陈安，都是你蛊惑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弄到现在这种地步？陈安，不给我们个交代，这事没完。爹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陈家怎么得到的50年份教龄先不去管，重点是我们无法通过灵九房打倒陈家，没有可以要挟他的地方了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要直接来硬的？反正陈家现在只有陈素颜这么一个高手。不行，关注陈家的人太多，我们不好下手。过些时日就是皇武学院开学的日子，陈导作为王侯子嗣有免试入学的机会，而你之前已经通过了皇武学院的考核。爹的意思是让我在皇武学院找下手的机会？不错，皇武学院竞争激烈，机会反而比外面多，只要找到合适的机会，你就可以以此要挟陈导。明白。元灵山果然妖兽众多，可以想象当初解围夺得那枚最强元灵石是多么不容易。系统，剑灵草的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本来年份不足的剑灵草瞬间达到了50年以上，够我修炼所用。哼，这是什么破地方，怎么都是年份不足的低阶灵草？看来只能往元灵山深处看看了。楚师妹，听说元灵山中有一头强大的狰狞兽，会不会太危险？这次丹药的炼制对我们至关重要，值得我们冒险。如果察觉到狰狞兽的气息，我们再退出也不迟。没想到一下子能捡到这么多灵草，起码有上百株，够我自己找上一天所得了。这三人实力都不错，跟着他们既可以捡便宜，又可以让我加快收集这10000株灵草的速度。几百株灵草，就这一株年份超过50年的。发财了，这一次就是几百株，估计再有一天的时间我就能收集齐这30000株灵草了。你是什么人？幸亏楚师妹警觉，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你小子竟然跟了我们一路。快说，跟着我们干什么？三位不要误会，我没有恶意，我跟着你们只是捡一些你们不要的灵草。低估了这些人，我已经很小心，竟然还是被他们发现了。看来他们的修为要高出我很多。你捡这些年份不足的灵草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修炼了一套特殊的功法，需要大量灵草，而我修为低微，年份高的灵草采不到，只能捡一些年份不足的灵草。我们走吧。我还可以跟着你们吗？随便你。师妹，你就这么相信他了？万一他图谋不轨呢？他只是灵海境，什么也图谋不了。就是，这种菜鸡实力太弱，不过是跟着我们寻求庇护罢了。跟着他们，我几乎把整个元灵山逛遍了，还差最后200颗灵草就可以修炼那一剑了。师妹，前面就是元灵山最核心的区域，那里如果还没有我需要的灵草，这趟算是白来了。这是异象。有宝药出事了，走过去。过去看看。是元灵山中的那头狰狞兽，另一只好像是蛟龙兽，他们在争夺那株灵草。竟然是一株圣雪莲，这可是9品灵药，看样子马上要成熟了。怪不得引来两只大妖争夺。不愧是元灵山最强的灵兽，这只狰狞兽之前明显受过伤，没想到还能干掉那头蛟龙兽。楚师妹，
江宁少收金也是强弩之末，不如趁此机会夺了那圣雪莲，我们回去之后绝对是大功一件。好，不过大家小心狰狞兽的临死反扑，你最好离远一点，我们接下来要对付那只狰狞兽。是啊，小子，赶紧走开，再跟着我们，小心狰狞兽一个喷嚏把你灭掉。那我离远点。这只狰狞兽实力超强，连姐都不能完全对付它，我还是别当这趟浑水了。上。来，厨师们，我们挡住狰狞兽，你去取圣雪莲。你们小心。圣兽威压，躲不了了，太可怕了！不好！还是低估这只狰狞兽了。这恐怕是狰狞兽的最后一击了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圣雪莲是我们的。这是神通！这只狰狞兽竟然修炼出了神通！赶紧离开，他想困住我们！快走！我去了，赶紧跑！彻底被困住了！我试试能不能破开。嗨！这是狰狞兽的神通法术，以我们的实力无法强行破开。他是想困住我们，然后再慢慢恢复伤势灭掉我们。我明明都走开了，还把我困住，这是几个意思啊？强攻他，临行之际只能先灭掉这只狰狞兽，才能活着出去。不行了，我们无法真正伤到狰狞兽，怎么办？这样下去迟早会被狰狞兽耗尽灵力，被干掉。真的没办法活着离开了吗？我也许可以试试。 你试试。不过我需要你们把采集的灵草都给我。小子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我们的灵草，肯在我们屁股后面捡的便宜还不够吗？我说过，我修炼了一套特殊的功法，需要大量灵草，还差一些就凑齐了。给他。师妹，这可是我这几日辛辛苦苦才找到的，命都没了还要这些灵草干什么？关键是这小子也就是灵海境，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办法。死马当活马医。拿着。小子，敢骗我们，小心我锤你！成了，修炼第一件所需的灵草终于凑齐了。还请几位先为我护法，我需要一些时间。这小子好像一直在吸收储物界中的灵草，都没有停过。他也不怕把自己撑爆了，寻常人根本不可能吸收这么多的灵草，这小子怎么做到的？看来我还是远远低估了修炼这一剑的难度。这一剑真正的难度并不在于上万株灵草的收集，而是身体需要足够容纳这些灵草灵力的空间，否则敢修炼此剑者必会被巨量的灵力撑爆而亡。我之前吸收了最强元灵石，让我的灵海变得无比广阔，这才容纳下了无比巨量的灵力，避免爆体而亡。二皇子他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他也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灵海？哼，这一剑终于要成了，我有一剑。破！狰狞兽的伤势恢复了一些，他要攻击我们了。断！扛
不住了。这只狰狞兽实力恢复了不少了。小子，你整得咋样了？是我想多了，关键时刻怎么可能靠这个弱鸡翻盘？躲不开了，厨师妹。啊，是那小子。啊，借剑一用。好，接下来交给我，你且退后。你小心。哼，来吧。这可是狰狞兽，他哪来的自信？让你尝尝我这一剑之威。好强的剑气，这小子还真有些本事。这只有林海清的小子会出的一剑。圣雪莲如果不是整珠，毫无价值。我叫楚韵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陈导。今天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后果难以预料。不用，要不是你们的帮助，我也没有那么快练成这一剑。我们都是黄武学院的学员，后会有期。我的圣雪莲，我这辈子就见过这么一株九品灵药，就这么没了，没了。我救了你们一命，圣雪莲给我不过分吧？系统，圣雪莲时间向前调节半个时辰。哦，九品灵药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果然神圣而令人震撼的灵力。先收起来，该回去了。陈家真是一日不如一日，我等到来竟然无一人察觉。是吗？陈太，是你，当年你为了保护陈家少主被我们打成重伤，竟然还活着。果然是你们这群鼠辈，这么多年了又来我们陈家，这次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。哼，就凭你一个老迈之人想阻止我们，可笑。再加上我呢。啊，是他，陈素颜。玄武学院早就开学了，他竟然还没离开陈家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也挡不住我们，更别说一个陈素颜。冲！宵小之辈，有本事冒出你们的家门！老东西，旧伤复发了吧？我们就算冒出家门，能如何？住嘴！不想要命了，迅速宰了这老东西！老家伙，你暗中保护陈家这么多年，也该到末日了！怎么办？陈素颜很强，我们无法战胜他。分出两人去抓陈家少主，只要找到他，王侯令等于到手了。好，不好，迅速解决他们。好强，用王爷给的丹药。什么？素颜，快救少主！找到了！不好，他们找到陈导了。这下不好办了，以少主的修为，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王子，有人袭击陈家。这些人为了王侯令，还真是不择手段。过去看看。这都没气儿了。姐，陈太爷爷，你们来了。
素颜，你没事吧？我姐没事，这刺客都被我解决了。少主，这是你干的？是啊，不堪一击，我才出了一剑。好，不愧是陈家少主，少主真的长大了。这些刺客我对付起来都费劲，没想到被少主一剑就解决了。一剑？难道那一剑被他练成了？这不可能，这两人确实死于剑气，而且剑气确实出自我给陈导的内部功法。那一剑你练成了？嗯，难度不大。难度不大？难度不大？为了那一剑，我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天地灵药，几乎大半个国库都耗空了，修炼了整整五年才练成，他竟然说难度不大。真的练成了？哼，要不我砍你一剑试试？哼，要不我砍你一剑试试？那不用了，看着剑气我就知道你练成了。素颜，我先走了。皇子，您没事吧？挫败感，这种感觉本皇子还是第一次体会到，以前都是本皇子给别人挫败感。万万没想到本皇子有朝一日也体会到了这种感觉，这陈家少主深藏不露啊。皇子，你英明神武，天赋异禀，那陈家少主绝对比不上你啊。皇子，那陈导不过是走了什么好运罢了，你不必放心。本皇子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脆弱，经受不住打击，本皇子不会气馁。陈素颜，本皇子要定了。二皇子一向自傲，就算在玄武学院也算是了不得的天骄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种沮丧挫败的表情。师弟，你真是太调皮了。我陈家少主是真龙之姿，府主和夫人如果知道了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八层了，有了乐舞郡主每日送来丹药，我的境界提升得太快了。真好奇，乐舞郡主从哪里得来这么多废丹？按照这速度，我没几日即可以突破灵海境，到达下一个境界。找姐问问契合园林之物的事情。陈导，你的境界达到灵海境八层了。姐，你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修炼得很快？确实很快，快赶上我了。对你的陈素颜不愧被称为最强天才，竟然比我这个开挂的修炼还快。姐，我正想问你，灵海境破境契合的园林之物什么比较合适？灵海境突破到灵桥境，契合最强的园林之物为圣雪莲。啊，圣雪莲，这么巧吗？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圣雪莲太难得？这也正常，圣雪莲是九阶灵草，极其稀有，而且一般有异兽守护，所以就算学院里的那些头号天才也难以将其契合。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啊，你竟然有一株圣雪莲。少主。嗯，少主，乐舞郡主到了。哼，来得正好，本少主正想和他算算总账了。管家，帮我算算，乐舞郡主这些年从陈家坑了多少钱？少主，各种黄金灵石、丹草、灵气等，恐怕陈家的一半家业落入乐舞郡主的口袋。一半的家业？哼，这乐舞郡主胃口还真大。当时陈素颜小姐在学院修行，陈家也就无人支撑。而你那时候一心想要修为突破，对乐舞郡主过于信任，那时候陈家真乱了套了。幸亏少主你现在迷途知返，你可不能再上当了。哼，放心，少主我现在不但不会上当，而且会让他加倍吐出来。郡主，这枚宝珠给陈家少主实在可惜，这可是大有来历之物，当年秦王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。嗯，确实可惜。
但谁让他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这枚宝珠常年为父亲无聊生所用，现在他已经是一枚毒物，带在身边不出十日就会中毒暴毙。万一这陈家少主暴毙怎么办？我们不是拿不到王侯令？这么多天了，陈导一直拖着，当我傻吗？一直陪他。本郡主今日带了如此大的诚意而来，如果还看不到王侯令，说明这陈导在耍我，就让他暴毙吧。小五，好久不见了，又带什么好东西了？快给我看看。还真是不要脸，要起东西来丝毫没有不好意思。这是300枚丹药。啊，这次竟然有这么多丹药，好家伙，这一次比前几次加起来都多。这应该是给你的最后一批丹药了。你应该知道，丹药并不好炼制，暂时无法提供更多。理解，理解。恐怕给你提供废丹的地方，废丹用完了吧？不过，这些丹药够用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此外，我还带了一件好东西，是我秦家至宝。何物？此乃玄印宝珠，是一件防御至宝，佩戴在身上又修为温养，可以极大削弱高于自身境界的修士对自身的攻击。小五，你对我太好了。这月我郡主竟然舍得下这么大的本钱，看来今日打算是孤注一掷了。看到我的真心了吗？看到了。那王侯令？我姐不同意。陈素颜不同意？她不同意又如何？陈家不还是你说了算？我姐说必须让你给我生大胖小哥。你玩我？生气干啥？我还没说完。我姐已经快被我说动了，你继续表达一下对我的真心，我姐肯定会同意。哼，不信我？小五，我可是对你是一片真心，你该不会只是为了拿到王侯令？怎么会？我也是被你之前的真心打动，才以真心换真心。这是50000两黄金，够吗？郡主，我父亲受伤后，秦王府已经没落，本就不富裕，我能拿出这么多，你该看出我的真心吧？看得出来，不过我姐对钱不感兴趣。这些呢？快够了。这是秦王府这些年积攒的所有零食。小子，你别不知趣，郡主几乎把秦王府家业都拿出来了，别得寸进尺。撸得差不多了，这月舞郡主这么好骗，今日看来确实是破釜沉舟来了。不得不说，王侯令吸引力竟然如此之大，这王侯令到底有什么用？差不多了，我会和我姐说。啊，陈导，我性子急，给我个时间。5天后，我给你答复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我等你好消息。寿元不多，事情进展如何？父王，陈导答应5日内拿出王侯令。很好，这么多年陈家王侯令一直不知道被藏在何处，外面无数双眼睛都没有找到他的踪迹，只要王侯令现世，本王就会第一时间出手，只要拿到王侯令，本王就会有希望突破境界，寿元大增。月舞，这些年你为父王东奔西走，支撑着秦王府，辛苦你了。为父王效劳是应该的，不辛苦。你下去吧，待本王境界突破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必不会亏待你。
剑，陈爷爷，我去皇武学院之后，陈家暂时交给你们了。少主放心好了，如今陈家扫除陈星远这个蛀虫，灵酒坊生意兴隆，又有你从秦王府追回来的财物，陈家现在啊，可以说一扫之前的颓废，欣欣向荣。皇武学院的人来了，陈世界，没想到是你们来接演新人弟子。哎，没办法，我们不像陈世界一般可以这么快晋升到玄武学院，估计这活我们还要干几年。那就劳烦两位师弟替我多多照顾我弟弟。师姐客气了，你是天水王朝皇武学院的骄傲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师弟，你走后过些时日我也要回玄武学院了。姐，我会尽快考上玄武学院去找你。你倒是自信，玄武学院可是没有那么容易报考。不是自信，是有这么漂亮的姐姐在玄武学院，我实在不放心。瞎说什么？这是入院的玉牌，三日后捏碎玉牌即可。好的，谢谢两位师兄。告辞，我们还要通知其他入院弟子。少主，岳武郡主来了。该摊牌了，想想岳武郡主等会儿生气的样子就爽啊。陈导，你总算来了，王侯令带来了吗？别急，当然带来了。这是王侯令？不像吗？你果然还是耍了我。小子，哪一块板砖糊弄我家郡主，你真是好胆。我看你才是狗胆包天。岳武郡主，你能拿废胆糊弄我，你本少主为何不能拿板砖糊弄你？我和你们拼了。住手。哼，我们走。这女人心思深沉，懂得隐忍，不是那么容易善罢甘休。姐放心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如今我丹药充足，又有林海境突破到灵桥境最强元灵之物圣雪莲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现在就突破到灵桥境。林海境九层，给我破！林海境九层，给我破！好大，圣雪莲也进入我的灵海之中了，破境开始了。灵桥境主要的意象就是在灵海上生出一条桥梁，桥梁越长代表灵桥境的资质越好，一般修士的灵桥都在十米以内，我的灵桥现在就已经超过十米了，而且还在增长。百米了，百米的灵桥需要极其珍贵的元灵之物契合才行，不愧是最强的圣雪莲，达到百米还未停止。千米了，灵桥还在增长，有一万米了吧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灵桥增长起来没完了。啊！灵桥停止增长了，我彻底进入灵桥境了。我去，这么长根本看不到尽头，这么长的灵桥估计说出去别人都不信，也不知道灵桥尽头是什么。走了几个时辰了还是走不到尽头，以后有时间再来探索灵桥吧。先出去。迈入灵桥境，我的实力增长了几倍有余。不过灵桥境最大的作用是可以通过灵桥感悟天地法则，明悟神通，待我有所领悟后实力还会得到极大的增长。啊，什么东西这么烫？
是之前我那父母留给我的铁盒。铁盒出现异常，是否说明我可以打开它了？试试。这般气息，一块令牌和一封信。难道这块令牌就是传说中的王侯令？看看信上写的什么。亲爱的儿子陈导，我们是你的母亲和父亲。原来是父母写的信。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，不过不用为我们担心，我和你父亲只是追逐星辰和大海去了。这段时间你要听从你师姐的话，努力自我成长，因为有朝一日我们会攻城而返，到时候我和你父亲就是天底下最亮的修士，我们的儿子也不能差到哪里去。追逐星辰和大海，这两位还挺时尚啊。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，这枚王侯令你收好，日后如果你走修行这一条路会对你有用。对了，忘了和你说了，王侯令有特殊的气息波动，会被人感知到，这东西还是很珍贵的，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，拿到后赶紧收入体内，会自动屏蔽气息。王侯令会被人感知，这可收。王侯令暴露这么长时间，气息肯定已经泄露了，你们二老坑我呀。父亲，怎么了？王侯令的气息，这么多年了，陈家王侯令终于显示了。郡主，陈导敢耍你，为何不直接把陈府灭了？哼，就算灭了陈府又如何？王侯令还是没有下落，而且陈导拿了玄印宝珠，一旦他使用，活不过十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和父王交谈。郡主，要不……不要说了，我先进去。月无，有些让我失望。是女儿办事不力，父亲再给我些时间。没时间了，本王的寿元不多了，如果本王不能活，那就全都毁灭吧。可恶。父王，王侯令的气息，王侯令现世了。月无，你做得不错。王侯令现世了，怎么回事？师弟，刚才的气息难道是……是王侯令。姐，我是不是摊上大事了？王侯令，难道是府主和夫人留下的那个铁盒？对，王侯令就在铁盒里。按理说，府主和夫人不会不知道王侯令的危险，还让王侯令暴露，这是为什么？来不及讨论这些了。师弟，你现在马上捏碎玉牌，去还武学院。不错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只有去了学院，才可以保护少主安全。嗯，有人来了。我来挡住他。华丹境的高手，你又是哪个家族的老家伙？废话少说，交出王侯令。又有人来了。师弟，速速离开陈家，前往皇武学院。可恶，我走了，陈家怎么办？这些日子陈素颜待我如亲人，陈家已经完全让我找到了归属感，我不想看到陈家毁灭。陈导，交出王侯令。余明，你们也来趁火打劫。陈导，你害我余家灵酒坊濒临倒闭，实在可恨，本来想等到去了学院再收拾你，没想到王侯令还是现世了，这是陈家自取灭亡。灵桥镜真是让我惊讶，你确实不是以前的陈导了，但可惜我已经到了凝石境了。
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。什么？时间紧迫，父亲，在这里和他墨迹作甚？我们最早到来，不要失了先机。赶紧拿到王侯令离开这里，不然等会儿高手齐聚，想走也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看样子不像是王侯令，应该是一件宝贝，不然这陈家少主也不会放在身上。爹，催动一下试试，看看这宝贝到底有何作用。这是什么？父亲，之毒！可恶！快解药！陈导，你敢给我父亲下毒？赶快给我解药！没有解药，给我解药！可恶！我不敢，我堂堂余家家主，怎么败得如此憋屈？父亲，陈导，你害了我父亲，你竟然敢害我父亲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都是你们自找的。我要斩了你，为我父亲报仇！天女印！陈素颜，好强！来吧！陈导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日后再算。大孝子，连你爹的尸体都不要了。这玄应宝珠竟然有剧毒，越武郡主这女人心思歹毒的可怕。不过这枚珠子确实不凡，应该是一件宝贝，不知道能不能驱除上面的剧毒。系统，玄应宝珠时间向回调节20年。效果，宝珠上的毒素减少了许多。系统，玄应宝珠时间向回调节30年。玄应宝珠上的毒全部去除了。如越武郡主所说，这枚宝珠确实是一件防御重宝。师弟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少主，快走！有几股强大的气息在朝着陈家赶来。姐，陈爷爷，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陈家怎么办？这些人不拿到王侯令，不会善罢甘休。不用管我们，少主才是陈府的希望。陈爷爷，别说了，我决定暂时留下来。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，我会立刻离开，不会强留。好吧，少主有情有义，有府主和夫人的风范，老夫很欣慰。师弟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。天马拉车，此人是浮空山七老魔，没想到这样的老家伙也来了。王侯令在何处？刚才明明还有气息，现在怎么消失了？保卫陈家，保卫少主。弟弟，好热闹啊。哥哥，我最喜欢热闹了。这俩人是圣天教的护法，没想到他们也来了。幸亏王侯令的气息只是泄露了一瞬，不然会引来更多的高手。素颜，陈府今日之事如果处理不好，不堪设想。二皇子有什么话直说，我可以尽力帮陈府度过此劫。素颜答应我之前的请求如何？不可能。陈少主，你要明白，陈府今日恐怕是灭顶之灾。那我也不用你管，我陈导岂会用我姐的幸福和你交易？你这样说倒显得本皇子趁人之危了。其实本皇子只是想让素颜看到我的真心。我已经感受到不止一股气息朝着陈府赶去，这么多年了，果然不只是本王想着王侯令。走吧，去清除那些杂鱼，王侯令就是本王的。父王，你有伤在身，虽然那些人无人是你的对手，但不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让他们先自相残杀一番，再去不迟。也好，这王侯令已经是囊中之物，
不急于一时。你儿这就去陈府盯着，随时传消息给父王。去吧，父王等你消息。是。王侯令在哪儿？赶紧交出来，速速交出王侯令，不然屠了陈家。小子别不自量力，我家皇子能出面是给你天大的面子，没有我家二皇子，今日陈府注定覆灭。那就试试看。上，听我陈家上左兵问王侯令。你们敢当我陈家无人吗？哼，我们也要去凑热闹了。这小子是我的了。哥哥慢一点，让给我吧。师弟躲开，不要和他们硬拼。哎，斩。什么？啊！这一剑竟如此威能，这小子境界升到了灵桥境，而且是异常强大的灵桥境。这一剑竟然比本皇子的剑威力大上许多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哥哥，都是你害死了哥哥！偿命！好强的气势！此人吸收了其兄长残存的生命能量后，实力至少增长数倍。皇子小心！不好，师弟有危险！陈素颜，陈家今日必亡！滚开！齐老魔，你敢阻我，日后我必灭了你浮空山！那是日后的事。今日老夫志在王侯令，还我哥哥！万户小主，系统，把我这一剑的熟练度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此剑法高深莫测，不知道熟练度上来之后，还能不能增加这一剑的威力？成功了，脑海中瞬间多了许多这一剑的感悟。威力增加了何止一倍！哥哥，小主，什么？啊！万尘家斩，斩！这好强的一剑！这是什么剑法？这怎么可能？他这一剑威力更大了。陈导明明看上去平平无奇，怎么展现出的资质处处比本皇子强啊？本皇子到底输哪儿了？就是阴山老妖。阴山老妖半人半妖，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，没想到连他也来了。陈家交出王侯令，否则灭族。好大的口气！师弟不可。你自以为斩了小小圣天教的护法就可以与我抗衡了？不自量力！好啊，好强！本尊已经200年没有离开这副棺材了，今日便出来活动活动。这陈家少主不是传言是个废材吗？今日倒是让我的刮目相看，没想到一剑劈开了阴山老妖的棺材。要知道阴山老妖的棺材百年无人撼动了。这陈导竟然有如此实力，藏得好深，怪不得郡主都被他算计了。交出王侯令。哎，天女印。陈素颜，再给你10年，也许老夫不是你的对手了，但现在你还不行。姐，素颜，好强的阴气，天女都被腐蚀了。他这把阴刀阴气滋养上100年，神挡灭神，佛挡灭佛。少主，快逃！陈毅。陈家少主，看看你的剑厉害还是我的刀厉害。陈家少主完了，阴山老妖绝对一刀把他斩成两半。
陈导，我们尽力，但恐怕来不及了。少主，陈导根本无法抵挡这一刀，永别了。西董，把阴山老妖手中阴刀品质调回50年前。老匹夫，那就知我一剑。我怎料？什么？啊！ 这，我资源上百年的阴刀，怎么会？师弟他竟然……啊！这陈导竟然一剑之威，怎么会这么强？是啊，修为一般，用的剑也很普通，他怎么做到的？陈导，你还真让我刮目相看！啊！可能一个小娃娃，竟然能承受住老夫的全力气！啊，陈导竟然和阴山老妖打了个旗鼓相当，阴山老妖可是比陈少主早修炼几百年，我们是不是看花眼了？玄应宝珠果然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，替我抵挡了大部分攻击。刚才那股气息是玄应宝珠发出的，郡主，我能感应到。 玄应宝珠上面的毒素被清除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陈导身上有大秘密，他今日真是让我惊喜万分。喂，还不一起出手抢夺王侯令？难道要等人越聚越多？阴山老妖说的对，先一起出手，先把王侯令逼出来再说。陈家所有人听令，保护少主。报。 保护少主！没想到，一向一盘散沙的陈家，这些时日竟被陈导治理得如此上下一心。他确实和以前不一样。纵然如此，在如此多的强敌之下，陈家必亡。看招！出手！ 交出王侯令，让你们死个痛快！可恶！师弟，走！少主，你也算玉佩，赶紧去荒武学院！少主，走吧，我们替你抵挡，快走！滚开！别挡路！少主，快走！少主，我这陈家便在。 少主活着，陈家便在。走！这家伙还敢挡道！少主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走！可恶，我还是太弱了。是，王侯令。无数的气息，不会错。得王侯令者，必为王侯。抢了他，少主，您这是……听好了。 我要拿王侯令换陈家所有人的性命，少主不可啊！陈大爷啊，身外之物，还有你们的命重要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陈家少主懂事儿，既然如此，先把王侯令拿来。但王侯令只有一枚，你们先商量好，我该给谁？就是。 我的，谁敢和我抢我毕了谁？阴山老妖，你这话未免太狂妄了！诸多修士在此，难道能碾压我们所有人？不错，阴山老妖，少在这里威胁大家！你再厉害，刚才不也是被陈家少主斩断阴刀，怕什么狂？<笑>是我老妖拿不动刀了，还是你们飘了，也敢嘲讽我？看我！ 撕碎你们！少主机智，此计甚妙，让他们狗咬狗，这样能最大限度的消耗这些人的实力。陈导，啊，岳武郡主，你也要出手吗？我如果说，我自始至终就对王侯令不感兴趣，你信不信？你以为我会信吗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现在要和你做一笔买卖。
和我做买卖？你被我坑得还不够？你小子，到了现在还气郡主，你是真不想活命了？陈导，你真以为你是用了一个小计谋，就能让他们自相残杀？不能。你倒是明白，这些人虽然傻，但是不蠢，他们不会这么一直互相残杀下去。你不过有了片刻的喘息罢了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你能帮我解决此事？能。说说看。如何？你有什么目的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行，我信你一次。你不信我也没办法，我是你最后的指望。诸位，听我一言。这样互相打下去没有结果，不如先把王侯令拿到，我们再商议如何分配。听七老魔的，停手，不打了。这样只会便宜了陈家。陈少主，王侯令拿过来。你们还不配得到王侯令。大胆！陈家少主出尔反尔，你是想被扒皮吗？不赐亮令。小子，真是活腻歪了，现在就摘下你的项上人头。住手！小丫头，你又是谁？管他是谁，人头给他摘了，让他和陈少主做一对亡命鸳鸯。陈少主说的对，你们还不配得到王侯令。啊，小娃娃。嗯，如此挑衅我等，你何背景？完了。是吗？父王，时候到了。这是。父王，时候到了。这是。要亲人就口不开，本王来也。什么？七老魔竟然毫无反抗之力。有本王在，王侯令谁也拿不走。只是秦王，秦王，他竟然还活着！当年传闻他身受重伤，毒入肺腑，早该陨落了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秦王，看样子你当年身中剧毒，似乎还未消除啊！阴山老妖，少在这里阴阳怪气，身中剧毒又如何？今日谁敢抢王侯令，我就灭了谁。好大的口气，老夫偏要抢抢看。口出狂言，竟如此小看我等修士。大家不要怕，这秦王中毒太深，已经是风烛残年。我们人多，我怕他。可怜本王今日又显露身手了。秦王的实力既然如此强，而越武郡主竟然怕了。怕倒不至于，有些好奇而已。给我灭！太弱了。阴山老妖的阴刀。还有谁？阴山老妖败了。能这么执着？父王，不抢了。王侯令再强官也没有命重要。月无，王侯令何在？赶紧给本王拿来。陈导，为了陈府上下性命，王侯令交出来吧。啊，王侯令现在不在我这儿，刚才趁乱之际已经被我派人藏在府外了。府外何处？我这就派人带前往去找。不用派人，陈少主亲自前去吧。也好。师弟。少主，放心，我去去就回。秦王，还请不要伤了陈少主性命。二皇子放心，本王拿到王侯令，不会伤他一根汗毛。啊，按计划行事。啊，十几年前，先王身中剧毒，修为跌落王侯境，但余威犹存。我皇室也不能过分干预一尊王侯的事情。如果师弟少了一根汗毛，我陈素颜必会屠了秦王府。小子，到了没有？王侯令到底在何处？到了，就在那边。秦王，王侯令
我命人藏在那块巨石下面。月舞，看着陈导，我去取王后令。父王，陈导诡计多端，还是女儿去拿吧。也好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快给本王。这可恶，安顺本王。家小子，你敢算计本王，王要把你碎尸万段。滚阵。小子竟然还在此布置了大阵，但你以为能阻挡得了本王？太天真了，本王要你。岳武，你岳武郡主还真是每一步都算好了，心思缜密的女人。为什么？哼，为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是我女儿，你敢背叛本王？我是你女儿没错，但这么多年可有半点父女情谊？甚至你拿我当过人对待吗？我只是替你做事的工具而已，稍有不顺随意打骂，秦王我用受够了。这出阵法的布置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，看来你早就想要对本王动手了。不错，这么多年我之所以不断巧取豪夺陈家的财产，就是购买材料布置这出大阵。我陈家躺枪啊。你是本王生的，你的命都是本王的，怎么对你都是应该的。敢反抗我就是大逆不道。你不配当我的父王，我的父王早就在你放弃我母亲的时候就没了。当年你为了自己活命舍弃我母亲，不配为人父。为人父不但要反抗你，还要诛灭你。原来岳武郡主还有一个悲惨的童年。秦王，束手就擒，父女一场，我给你个全尸。好女儿，让我看看你是怎么灭本王的。给我哼。本王毕竟是王后，我看你怎么弑父。好女儿。来吧好女儿，看你先斩了本王，还是本王先从这里脱困而出。休想脱困，像你这样的人不配活着。在你斩灭本王前，本王就已经脱困。岳武，本王会送你见你的母亲。王后竟然这么强，哪怕是一个苟延残喘的王后。陈导，一起出手，不然亲王脱困谁也别想活。不得不出手了，一起上。有效果。没想到陈导竟然这么强了。王侯不可辱，我要扒了你们的皮。不好，快阻止他，一旦脱困就麻烦了。滚开。完了。小子吓傻了吧，本王先摘下你的人头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，秦王被陈导。哦，多亏之前利用系统修复了这把阴刀，不愧是被阴山老妖滋养了上百年，威力确实不同凡响。这阴刀不是断了吗？怎么现在完好无损？好强的阴刀，上面百年积累的阴气竟然引动了我的伤势爆发。一起上，趁此机会灭了秦王。可恶，本王不甘心，本王还没有。哦，赢了，终于解决了。
这是秦王早已毒入骨髓，这些年只是仗着王侯修为强撑着而已，一旦身亡，整个身体立即被剧毒腐蚀了。这是什么宝贝，竟然没有被秦王的毒腐蚀掉？应该是一张类似藏宝图的东西，秦王生前经常拿出来研究，不过这东西虽然材质不凡，但可惜是残卷，大部分内容都是残缺的。你感兴趣就送给你吧，当我对你帮我解决掉秦王的感谢。这越武郡主竟然这么好心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对了，刚才那把阴刀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看见那把阴刀断了，怎么又复原了？秘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陈导。嗯，还有事。合作愉快。什么？岳武郡主，你对我出手？陈导，这些日子你变化太大了，简直不像你。告诉我你身上的秘密，我给你个痛快。蛇蝎心肠，你这个女人还真是狠毒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天地万物都因为我越无所用，不为所用者就被我所灭吧。哼，你这么自信能解决我？你不是秦王，也没有王侯境的实力，这个大阵对付你足够了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不说我就立刻毙了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果然挣脱不开。看来你是不肯说了，本郡主就不和你浪费时间了。陈导，永别了。秦风，阵法时间向前调节50年。不会。闪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亲手布置的阵法怎么消失了？想知道吗？让我砍一刀，我就告诉你。陈少主，既然你没事儿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大家从此以后和平相处如何？你这女人的话，我是一个字都不信。以后见你一面，打你一次。非要如此吗？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我吗？也许我可以答应你呢。不抢不抢。本郡主今天心情不错，不和你计较，后会有期。少主，少主回来了。今日陈府力挽狂澜，多亏了少主。师弟，王侯令已经暴露，你待在陈家不是长久之计。这是王侯，真正的王侯竟然对我陈家出手了。少主，走。好恐怖。弟弟，走啊。可恶，老夫和你拼了。蝼蚁，陈太爷爷。师弟，走，别让大家白牺牲了。师姐，小娃娃有些意思，竟然硬撼王侯而不死。素颜，二皇子，救我师姐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让我对付一尊王侯，你得看得起本皇子。办不到，你不会来此。算了，本皇子答应了，素颜本来就是本皇子要保的，而且从近期陈少主你的表现来看，你的人情在未来应该有些价值。吾乃当朝二皇子，前辈是哪位王侯，能否给个面子？二皇子，莫趟浑水。可恶，不给本皇子面子。金光杖开，该走了。
竟然跑了！陈家少主，你逃不掉！陈家还是被毁了。素颜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此仇，我陈素颜必报。陈家被灭了，陈导，你害我父亲，活该！该去皇武学院报道了。究竟是哪位王侯出手了？不怕陈家两位王侯回来报复吗？这位王侯既然敢出手，就说明陈家两位王侯回不来了。要不然，以那两位精彩绝艳的威名，但凡有一丝回来的可能，他也不会出手。说的也是。郡主，人魔宗传来消息，你灭掉秦王，人魔宗宗主很欣赏，对郡主评价甚高，觉得郡主有希望直通天魔。另外，皇武学院的入院玉佩也已经拿到，郡主怎么打算？哼，我乐舞的志向不在这一城、这一国，甚至这一域。既然直通天魔，皇武学院便不去了。陈太爷爷，陈家亡了。八哥，看，又来了一只肥羊。王侯又如何？我陈道发誓，一定要灭了你。小子，站住！何事？小子，新入门的弟子是吧？新人要懂这里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很简单，孝敬我。八哥又在敲诈新人了，没办法呀，谁让八哥的姐姐是皇武学院的九级弟子，谁敢管啊？怎么孝敬？你是个傻子吧？这还用教你？把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。没有。大胆！我站住！八哥，我的手断了，把我废了！这小子，你小子给我站住！这么多年了，你是第二个敢反抗我八哥的新人，我今天就教教你皇武学院的规矩。什么？这个新人竟然这么厉害？随我一起上，剁了他！大哥，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。没想到这个新人确实有些本事啊，八哥还是第一次被人打得如此惨。这个新人不知道又是哪个世家子弟，抓紧时间去抱大腿了。就你们这样的实力还敢出来打劫？大哥，不是我们实力不行，而是你太强了。叫出来吧。叫什么？把你们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。打劫别人就要做好被别人打劫的准备。这个太狠了，衣服都不给我们留一只，就这么一笔，我们就是打劫界的好人。对了，第一个敢反抗你们的人是谁？那位是传奇少女陈素颜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现在陈家被灭，我身无分文，必须要抓住一切机会强大自己，才能为陈太爷爷，为陈家报仇。新入门弟子马上前往宗门广场领取自己的身份令牌。八哥，这事儿就这么忍了？这是奇耻大辱，忍个屁，去找我姐。这位小兄弟，帮我背一下。为什么？我给你钱。随随便便就拿出中品灵石，这小子挺有钱呢。不够吗？我可以加倍。够了。看你挺实在的，以后跟着我混吧。我告诉你，新人在皇武学院不好混，胖爷我吃得开，以后我罩着你，你算是走大运了。对了，我叫林虎，你叫什么？陈导。令牌你们收好，令牌是你们身份的象征，
在皇武学院有大用，积累积分、换取丹药等都用得到。多谢。等等。等等。楚韵师姐。见过楚师姐。这位就是楚韵师姐。长得未免太漂亮了。小声点儿。楚韵师姐可是皇武学院排名前三的精英。是她。陈导，我告诉你。楚师姐可是皇武学院的名人，人长得漂亮，实力又强，如果能认识她就好了。陈导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你也来皇武学院了。你们认识？好久不见。把陈师弟的令牌换成金牌。金牌？楚师姐，只有实力在所有弟子中排名前100的，才有资格获得金色令牌。放心，陈师弟有这个实力，此事我为他做担保。这好吧，陈师弟，这枚金色令牌比你之前的灰色令牌权限更大，而且购买皇武学院的物品还有一定的折扣，你收好。多谢楚师姐。无妨，就当我感谢你之前的救命之恩。什么情况？你认识楚月？而且看样子你们关系很好。不算太熟，之前碰巧帮过他。帮楚月？我怎么碰不到这好事啊？我姐竟然不在，不然现在已经收拾了那小子。刘师姐宗门排名前三，和楚韵齐名。只要刘师姐回来，那小子绝对没有好下场。别说了，那家伙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慢点走。怎么了？看见前面那些人没有？看到了。告诉你，那些人为首的叫八哥，是皇武学院的恶霸，专门打劫新入门的学员。我感觉我们被盯上了，这下完了。不过别怕，我应该能摆平此事。八哥好，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，我叫林虎，以后还要八哥多多照顾。大哥，又见面了。啥？大哥？我并不想见到你们，以后少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是，我们这就走。这就走。盯着我干嘛？陈导，八哥为什么管你叫大哥啊？被我揍过。揍过？陈导，陈哥，包袱给我背吧。怎么了？你连八哥都敢揍，还认识楚韵师姐，你才是真正的大佬。我怎么敢让大佬背东西？以后你就是我大哥。皇武学院的住处还不错，接下来要安心修行，尽快提升实力了。之前我从纳元境突破到灵海境，时间调节范围增加到了50年，而灵海境突破到灵桥境，系统却没有变化。难不成系统判定我没有突破新的境界？话说之前我在一本修行古籍中看到过，灵海境和灵桥境本质上是一个境界，后来为了修炼方便才逐步区分成两个修炼境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突破下一个境界凝石境应该就会增加时间调节范围了。这个从秦王那里得来的羊皮残卷肯定不是凡品，看看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。系统，羊皮卷时间向前调节50年。羊皮卷变新了一些，但仍旧是残卷，看来这件东西很古老。50年不足以让它恢复如初，只能等破境后再试一下了。陈哥，去藏书阁看看，我们也该去挑选功法了。我之前在陈家学的那些功法等级偏低，就算增加50年的修炼经验威力也不足，确实需要去藏书阁选一个高阶功法了。听说皇武学院的最顶层藏有顶级的天级功法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见到。我去试试。站住，出示令牌。
啊！而且积分零分，暂时没资格进入藏书阁。什么？这位师兄，我懂。这些灵石，请师兄收下。算你懂事啊！进去后只能在一楼选择一本功法带走。只能选一本吗？师兄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让我多选几本功法？少来这套啊！一个小小的灰色令牌弟子，没资格讨价还价。想要多选几本，你这些孝敬可不够啊！行吧，陈哥，我们先进去吧。站住！嗯，你那份呢？没有，没有！你跟大爷我说没有，我有，我替他出。我说了没有？你想怎样？怎样？你还真是个憨货，没有就跟我滚开这里！让开！我在这里这么多年，还没有看见你这么大胆的新任弟子，你这是活腻了！陈哥，小心！滚！啊，这！你敢对我动手，反了！今天非要弄废你！陈导，别打！陈哥，藏书阁的守门人都是有背景的，不能随便打呀！小子，敢打我，你完了！怎么回事？曹师兄，你可算来了！这小子不讲规矩，还敢出手伤人，曹师兄一定要给他个教训。小子，我是曹明。然后呢？陈哥，这曹明是荒武学院排名前十的天骄，修为高深。藏书阁一向是曹明的地盘，有他的人在管理，今天这事麻烦了。你还真是个二傻子，还然后呢？曹师兄报出名字，你就应该害怕的下跪认错，知道吗？什么曹明？我没听说过。现在我要进入藏书阁，你有意见？我去，哥哥你说话悠着点啊，这可是曹明。这家伙太虎了，都给我整不会了。曹哥，这种愣头青就该揍，打服他，一顿不行就两顿。先打残吧，打残后拉到广场上示众，让大家都知道不尊重我曹明的下场。曹哥，有话好好说，消消气。陈导他，算什么东西？你配叫我消气？滚一边去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陈导，你要不赶紧逃吧？这曹明可不是八哥那些人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当着我的面打我朋友，你很嚣张啊！你说我嚣张？当我奏效了？快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，撕烂他的嘴！曹哥放心，这小子手到擒来。别想着反抗，那样会更惨。谁惨还不一定。一群废物，还要我亲自出手？住手！啊，是苗长老。苗长老居然现身了！不愧是我黄武学院最年轻、最漂亮的长老，女神啊！见过苗长老。苗长老，藏书阁一直是弟子负责一应事务，此人不但擅闯，而且打伤了看门弟子。可有此事？满口胡言！他们仗势欺人，强行收取财物。看门弟子之所以收取一些费用，是这些弟子借走功法的押金，也是为了防止这些新人弟子损坏藏书阁的功法。等到功法退还时，押金会退回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手持灰色令牌的弟子都要交押金。一个新入门的新人弟子，手持小小的灰色令牌就敢如此蛮横，请苗长老教训此人。苗长老，这些新人弟子不服管教，必须教会他们规矩，不然日后无法无天。哼，强词夺理，我就亲自拿下他，压入学院地牢。你打我？
连曹师兄都敢打，我看他是疯了。给我个说法，王定了。这个解释够吗？这是金色令牌。一个新人弟子怎么会有金色令牌？金色令牌是楚云师姐破例给的。楚云，怪不得一个新人敢和我嚣张，原来有楚云做靠山。既然有金色令牌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收取押金不符合学院规矩，以后不可再如此行事。是，我这就废了这条规矩。都散了吧。是。曹师兄，这小子断了我们财路，绝对不能放过他。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把话撂这儿，惹了我，在皇武学院待不下去。那就走着瞧。陈哥，这里每一个石柱都代表了一部功法。藏书阁一共有五层，越上层的功法越强，只有在每一层参悟十部功法以上，才能进入下一层。皇武学院资质比较不错的弟子，几乎都在修炼第五层的功法。多谢苗长老解惑。苗长老，你和他们说这些也无用，这些新人弟子想要进入第五层，没有个几年时间，简直痴心妄想。这位陈师弟，师兄在第五层等你，可别等不到你上第五层，师弟你就出意外了。不会的，也许等会儿，曹师兄就能见到我了。嘴硬，哼。系统，烈阳剑的修炼时间，向后调节50年。增加了50年的修炼时间，我对烈阳剑的领悟已经达到大圆满。但是烈阳剑威力太小，对我的战力几乎没有帮助。第一层的功法果然都是低端的功法，还是要继续去修炼上面的功法。陈哥，我觉得我也快要领悟第一部功法了。恭喜。你呢？我领悟了10步了。哦，10步？啥？10步？我的天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可瞧好了。通过第二层的屏障了。这么说，陈导真的领悟了10步功法？这是什么妖孽？这才短短不到半个时辰啊，就算玄武学院的天才也做不到吧。陈哥，何事？你永远是我哥。哦，第二层的10步功法也已经修习完毕。不愧是皇武学院，大部分第二层的功法已经比陈家的好了。第三层打卡成功。曹师兄在4层又领悟一套功法，这已经是第10套了吧？3年了，我终于可以登上第5层了。也不知道那个冒犯曹师兄的陈导怎么样了，他还能怎样？肯定还在第1层，估计现在连领悟一套功法都费劲儿。以他作甚，那就是个跳梁小丑。我进入第5层后，他和我的差距越来越大，以后他在我眼中只是一只蝼蚁罢了。是吗？陈导，我没看错吧？你怎么会来到第4层？哼，想知道？肯定有猫腻，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么快进入第4层？我们可是足足用了10年。告诉你们也无妨。你听好了，院长是我二舅，我想进入第几层就进入第几层。什么？惹了不该惹的人，自己好好反省。这陈导有这么大的背景，我们是不是惹祸了？院长的外甥，这该如何是好呀？是不是傻？院长是女的，
怎么可能是这家伙的二舅？对啊，我怎么忘了院长是女修士啊？这家伙敢骗我们！曹师兄，让我教训一下这小子。不用，在这里动手要受到学院责罚。那怎么办？看着他在我面前嚣张，你们去举报他，偷入藏书阁高层可是重罪。曹师兄想得周到，这家伙好心就陈导，我们这就去举报他。接下来我要进入第五层了，第五层没有真才实学进不去，那陈导就是再搞猫腻也无用，因为这里的禁制是院长亲自加持过的。系统，玄照经的修炼时间向后调节50年。啊，50年的时间我竟然没有练成这玄照经啊，太废了太废了，要是没有系统我就是个纯纯的大废材呀。啊，换个石柱试试其他的功法。成功了。哎，第五层的功法太难了，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参悟成功。苗长老。何事？苗长老，刚才那个叫陈导的新人弟子胆大包天，竟敢在藏书阁作弊。作弊？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，短短半个时辰的时间竟然上到了藏书阁第四层。半个时辰上到第四层，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这不是作弊是什么？亏苗长老刚才还帮他说话，这家伙就不是个好人。曹明，背后说人坏话要烂舌根的。陈导，你怎么可能来第五层？我怎么就不能来第五层？废话，别人10年8年未必能来到第五层，你才用了多长时间？有一个时辰吗？我天骄无双，一个时辰上到第五层怎么了？苗长老，实锤了，这家伙绝对有问题，不能放过他。陈导，曹明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我用了一个时辰上到了藏书阁第五层。苗长老，他承认了，他自己承认了，这种人就该把他关进地牢。不解释一下吗？苗长老，我刚才已经解释了，我天骄无双。笑死我了，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传奇少女陈素妍当年都用了3天才登上第五层，而除了陈素妍，黄武学院第二名足足用了3个月才上了第五层。确实如此。小伙子，你不可能比陈素妍还有天赋。你用了1个时辰，你比陈素妍还厉害？陈导别狡辩了，你这是大罪。一句天骄无双确实不能让人信服，不过陈导，我看你也不是偷奸耍滑之人，你给我个合理解释。苗长老，天骄无双就是我最合理的解释，总不能说我有系统傍身吧。硬，苗长老，我先拿下他。住手，住手。院长。苗院长，拜见院长。这就是黄武学院的院长，没想到是一位漂亮的女修。你就是陈导。拜见院长。院长，陈导他在一个时辰内通过作弊，他你先别说话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天骄无双。你知道上一个在本院长面前这么自信的人是谁吗？陈素妍。陈素妍是世所公认的人间第一天骄，你自信能比肩他？有信心赶上他。院长，这陈导就是个新人弟子，10000个他也比不上陈素妍啊，他就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进入第五层，请院长惩治此贼。我让你别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有信心便是好事，至少在藏书阁你已经超越了陈素妍。
什么？院长，这家伙作弊，你怎么？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作弊了？我，他不作弊，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内登上第五层？他不是解释过了吗？天骄无双。不是，院长，这家伙就是在吹牛，你还真信他？你是在质疑我？不敢。这里禁制是本院长亲自布下的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陈导没有作弊，而是靠着自己的天赋登上的第五层。这怎么可能？院长，曹明诬陷于我，请院长处置他。曹明，回去面壁一个月。我，你有意见？没意见，弟子告退。妹妹，这么好的苗子，你亲自收为弟子吧。妹妹，怪不得这苗长老和院长长得有几分相似，原来两人是姐妹。姐姐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为黄武学院再培养出一个陈素颜来。陈导，你以后就跟着我修行，日后由我做你的靠山，你可以在学院里横着走。说的都是些什么，别把陈导带歪了。对了，最近没事不要外出，人魔宗那边有些异动，日常注意些。陈导，手下留情。这秦月武好一个心狠手辣呀，资质不错，是人魔宗近些年招收的资质最好的弟子了。心狠手辣好啊，这才符合我魔宗的做事风格。哈哈哈，秦月武，你的表现很不错，怪不得能被上宗看好，许诺你天魔的名额。黄武学院马上要举行机缘争夺赛，秦月武这次就派你前去夺机缘，灭黄武学院弟子。遵命。秦月武，朱长老，找我何事？在本长老面前，你应该自称弟子。朱长老，找弟子何事？刚才大殿中，你灭掉的是本长老的徒弟。朱长老，那是失手。秦月武，失不失手，本长老看不出来吗？你虽然被许诺了天魔名额，但毕竟还在人魔宗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，请长老责罚。其实本长老很欣赏你，你无论天资还是心性，太适合魔宗修行了。我听说你的红丸还在。朱长老，什么意思？月武，本长老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帮助一下晚辈弟子。我这里有一份双修之法，能让月武你修为大增。朱长老，你认真的？自然是认真的，本长老也是看你有潜力，看中你才选中你双修。怎么样，你答不答应？这么好的事情，朱长老能想到我，我怎么能不答应？很好。不过，宗主刚才提到让我处理黄武学院机缘争夺战的事情，不如等我回来如何？也好。月武，本长老就在后山等你归来。双修，好啊。哎，陈哥，没想到连院长都亲自来了，你以后成就绝对不低于楚韵师姐。啊，那人是玉明。哦，不认识我了。
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陈家不是已经被灭族了吗？你看到了，对吧？你知不知那只巨手背后的主人是谁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？笑话！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仇人。你不告诉我，我就揍你！你敢？这里是黄武学院。说不说？陈导，那人你惹不起，知道了对你没好处。告诉我，我不管他是谁，陈家灭族之恨不共戴天。我不是很确定，那只大手的主人有可能是郑国侯，因为我与父亲曾经拜访过郑国侯，看见他施展过类似的招式。郑国侯，天水王朝实力排名前三的王侯。对，陈导身上竟然还有这么多事情。陈导，你身怀王侯令，就算是躲在黄武学院，这事儿也不算完，还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，你躲不掉。哼，躲不掉就全部干掉。刚才都听到了？听到了。有什么想法？说实话没听懂。利用时间调节系统，我在藏书阁学会了大量的功法，整体实力再次得到提升。不过我资质一般，修为提升有限，必须要利用系统想办法快速提升修为。此外，王侯令是个定时炸弹，迟早要爆掉。爆！曹明，陈导，意不意外？害不害怕？哼，你想干什么？灭我？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在黄武学院还没有人敢如此和我作对，我肯定要灭了你。你不怕院长知道？你可是被院长罚了面壁一个月。看见这个阵法了吗？专门为你准备的，可以隔绝一切信息，你就是原地爆炸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再说院长日理万机，哪会时时刻刻盯着我呀？所以今天你就认命吧，我给你个痛快。既然如此，来吧。怎么，还真以为自己是高手了？还真以为你一个新人是我的对手？曹师兄，和他废话干什么？办了他！砍招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滚！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曹师兄，你还活着吗？还活着，快带我走！快走！没脑子，活该！陈导在藏书阁表现如此惊艳，就算是新人弟子也不是废物能对付的。收了个好徒弟真是开心呢。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来？月武，我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被人打了？你是黄武学院小霸王，排名前十，谁能打你？难道是楚韵出手了？说来话长。那就长话短说。最近黄武学院来了一个新人弟子，叫陈导。啊，陈导，你被他打的，那就不意外了。你知道这家伙？自然知道。我这次找你来，一半是为了他。为了陈导？我和这陈导有怨，
本想借你的手除掉他，现在看来你还不是他的对手。这小子确实有些本事，不过他在皇武学院根基浅，我不信干不掉他。其实真想要对付他并不一定要动手。怨我，你有办法？还记得你给我的那些废丹吗？当然记得，那都是我从炼丹阁中偷偷带出来的。月舞，那些废丹我听说你送给了别人，不会就是这个陈导吧？不错，就是他。这家伙还真是命硬，竟然没有吃坏他。皇武学院就算是废丹，私自带出也是重罪。我明白了。还有一事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月舞，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，有什么事你尽管说。我听说皇武学院机缘争夺战马上要开始了。是要开始了，而且这次的机缘比以往都要珍贵。机缘争夺战，我需要你帮我做件事。月舞想让我做什么？等争夺战开启，你到时候……这，月舞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现在是人魔宗的弟子。什么？月舞，你入了魔宗？不要慌，在我眼里没有什么道魔之分，只有实力才最重要，最强者不分正邪。如果被学院知道了，我就完了。不会有人知道，而且事成之后，你如果留在皇武学院，我会送你一枚三转金丹。如果你想来魔宗，我带你升入天魔宗。这你可以考虑一下，三天后给我答复。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离开这段时日，宗门有什么事发生吗？倒是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你弟弟我被人揍了。姐，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？揍得好。你平日里在皇武学院作威作福，借着我的名义狐假虎威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姐，不管怎样，我是你亲弟弟呀！你要不是我弟弟，我就亲自揍你。那我就白挨揍了。来学院前，我们那死去的爹妈可是托梦让你好好照顾我，没想到你现在就不管我了。哎，带我去找他。不愧是我亲姐，我这就带你去。陈导，你的灵桥境基础要远远强于一般修士，突破下一个境界凝石境会比其他修士更麻烦一些。师父，凝石境据说是跨入超凡修士的第一步，何解？因为之前的纳元境、灵海境、灵桥境三境界是为后面的修行打基础，并没有根本性的蜕变。这么说，纳元境、灵海境、灵桥境并不重要？不是说不重要，事实上这三个基础境界非常重要。三大基础境界直接决定了修士的成长上限，基础薄弱的修士在修为高升后会出现各种问题，战力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折损，所以很多修士修为高升后会重修三大境界。明白了，那突破凝石境我该怎么做？你去过藏书阁第五层，第五层有一部功法叫做化羽真经，化羽真经就是契合凝石境最强的元灵之物。你修炼的越精进，凝石境突破的概率越大，突破的基础也越强。凝石境契合的最强元灵之物竟然是一部功法，当真是奇妙。陈达，小爷来了，你给我出来。姐，就是这里，都给我闭嘴！你们几个吵吵啥？谁是小爷？苗长老，
你怎么在这里？苗长老怎么在这里啊？师父，刘蕊，看来你修为又精进了。这次参加玄武学院试炼，收获不少吧？玄武学院试炼的天骄众多，确实收获不小。要不是得参加机缘争夺战，徒儿也不会提前回来。对了，师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先别管我，倒是你们，为什么来这里？还把门踹坏了。我是来找……哎，姐，别说了，都是小事儿。苗长老在这里，就不要说了。门都给踹坏了，还是小事。说，我是来找陈导师弟的，他之前打了我弟弟，我是来打他的。打陈导？那你们知不知道陈导是我新收的弟子？师父，你又收徒弟了？师父还说独宠我一个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新欢了。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这个为师也是见猎欣喜，主要是这陈导太让人喜欢了，为师没忍住就把他收了。啊，这是什么虎狼师父？苗长老，都是误会，我开玩笑的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，你打过他没有？打过。刘蕊，你是他姐姐对不对？对。皇武学院规矩，个人矛盾不允许牵连他人，我说的可对？对。既然都对，新仇旧恨就让他俩自己对决，了结此事吧。可以。姐，我不行啊。你是我弟弟，不能怂。姐，我是来找你帮我找场子的，不是我自己找场子的。但我师父说的对，如果你这次还是输了，等哪天我师父不在了，我再给你找场子。来吧。服了，饶命啊！门具给我修好了。陈长，门修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去。陈长，给我滚出来！我的门！今天咋了？一个个的，门和你们有仇吧？陈长，苗长老，你也在？你脚痒痒吗？为什么踹别人家门？苗长老，听我解释，我是来找陈导问罪的。这家伙违背了皇武学院的院规。我是在问你，为什么要踹别人家门？门招你惹你了？苗长老，我现在怀疑陈导偷窃炼丹阁的丹药。所以呢，你为什么要踹别人家门？我错了，我不该踹门，这事儿和门无关。我滚去修门。苗长老，门修好了。有什么事现在说吧。长老，最近丹房弟子检查丹药，发现大量废丹不翼而飞，现在我们怀疑陈导偷窃炼丹房废丹，证据确凿，请苗长老下令拿下此人。证据确凿？曹明，拿出你的证据给我看看。陈导，敢不敢让我检查你的储物间？这陈导被我打得一个措手不及，那些丹药一时半会儿用不完，此刻那些丹药肯定还在他身上。看来当初岳武郡主给我的那些废丹是从曹明这里得来的。陈导，怎么不说话？做贼心虚了？曹明，你这么肯定我在丹房偷废丹，我为什么要偷废丹？你家闲着没事吃废丹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也许你自己脑子不清醒，分不清丹药的好坏呢。苗长老，我看这陈导在拖延时间，根本不敢把储物戒给我们，请苗长老出手。曹明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丹房丢的是废丹，真丹一粒未丢？当然确定，这么多在丹房做事的师兄弟都可以作证。我们仔细核对过，丹房确实少了很多废丹，真丹并没有减少。
等等，今天这么多人在，无从抵赖，赶紧交出储物戒。曹明，此事动静不小，如果你污蔑我，这可对我影响甚大。如果污蔑你，我曹明给你跪这儿磕头赔罪。陈导顾左右而言他，明显是心虚了。很好，拿着，请明长老检查。不用，你来找事儿的，你自己检查便可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自己检查更放心。丹药应该就在这个箱子里。果然如此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这么多丹药不是偷的，哪儿来的？我靠，怎么这么多丹药？这些丹药。苗长老，我先拿下陈导，交给你审问。苗长老，你为什么还打我？难道现在你还想袒护陈导吗？废话，陈导是我弟子，我不袒护他，还袒护你这个瓜皮啊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找院长做主了。苗长老，我也是黄武学院的弟子，陈导偷窃丹房废丹证据确凿，你就算灭了我也保不住他。蠢货，哪儿来的废丹？睁开你的狗眼自己去看看。啥？不是废丹？这怎么可能？药力饱满，药香扑鼻，这分明都像是刚炼制成的新丹，根本不是过期的废丹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些废丹呢？陈导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问我？你还敢问我？苗长老，陈导这么多丹药有问题啊，把他抓起来。哦，有什么问题？有。陈导这小家伙哪来这么多丹药？数量几乎赶上丹房的库存。曹明，跪下，给我赔罪。啊！做梦，陈导，你哪来的这么多真丹？说，你从哪里偷的？你是不是又去丹房偷真丹了？蠢货，刚才你们自己说丹房真丹一颗不少，丢的是废丹，现在给我跪下赔罪。不可能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绝对有问题。滚！跪不跪？我跪。陈导，这份屈辱我记下了，你给我等着。曹明，之前让你面壁一个月，你竟然私自跑出来，而且还跑出来故意诬陷我徒弟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苗长老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回去面壁。不用了，来人！啊，苗长老，把曹明拉到宗门广场，抽500灵鞭。是。什么？苗长老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，饶了我，不能这样啊！曹明这家伙，没有一次准时吗？月娥，我来了。哦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上次的伤明明快好了。月娥，我答应你，上次的事情我答应你。很好，虽然不知道你受什么刺激了，但这样做是最明智的。我有一个条件，一定要干掉陈导，不要让他活着走出机缘争夺战。放心，陈导是我早就想要对付的，他在我的帝王名单之上。黄武学院10年一次的机缘争夺战今日开启，废话不多说，能获得多少好处，大家各凭本事，各凭机缘，这些你们应该都明白。大家进入传送阵后，会被传送到荒古大陆的一处古城，那里已经被探查过，不会有极度危险的存在，但是一不小心还是会丢掉性命。想去的直接进入传送阵即可。走，能不能升入玄武学院？
就看这次机缘了。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舍不得自我怎么能提升修为？我也去。我还是不去了，我是家里的独子，我没了，我父亲那百万黄金谁来继承啊？我也不想去了，我家里刚过定了婚，我没了，我未婚妻嫁给谁啊？春哥，咱去吗？你怕了？我不怕，我听春哥的，跟着春哥混。进去吧，大仇未报，我不能放过任何提升实力的机会。秦月武，待此次胜利归来，你入天魔，将会成为魔宗历史上最快升入天魔宗的弟子，魔宗上下都很看好你。宗主放心，我必会竭尽全力。月武，本长老也等着你胜利归来，我到时候单独给你庆祝。朱长老有心了。这地方竟然如此残破。这是一座废弃的古城，在荒古大陆上这种废弃的古城有不少，至少被玄武学院发现并探索的古城不下几十座，每座古城里或多或少都有些机缘存在，当然也有危险。荒古大陆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每次我们只能通过传送阵前来，据说是在另一个维度空间中的世界。当年被发现的时候，这片大陆已经残破不堪，生机灭绝，没有在这片大陆上看到过有修士存在。这里的机缘怎么寻找？很简单，去这些残破的房子里面，里面有残留的法宝、丹药或者其他宝贝。我进去看看。什么都没有。那个陈哥，你刚进入的只是一座普通的庭院，想要找宝贝需要去那些豪门大族、那些世家里面才有残留的宝贝。据说曾经有弟子在一处城珠府找到过一方大业，最后被祭炼成了一枚天级法宝，威力无穷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继续寻找。这座废弃的城池很大，应该有不少宝贝存在。啊！救命啊！别追了，谁来救救我！别追了！好恐怖的妖术！陈哥，我这里有神行符，我们赶紧跑吧！不用，你让开！哎！恐怖如斯！这只恶蛟，你们是在哪里遇到的？那边有一个大宅子，我们还没进去，这个大家伙就冲出来了，只有我活下来了。恶蛟这种妖兽生活在水中，一般被当作瑞兽在家中饲养，恶蛟具备一定的攻击性，所以能养恶蛟的一般都是世家贵族。陈哥，你想去那边看看，可是是不是有些危险？富贵险中求，走。秦师姐，还不开始吗？我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狩猎那些黄武学院的学员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黄武学院的学员现在已经分散开来，开始行动吧。就是这里了，进去吧。这是什么？一把剑，材质不凡，可惜灵气已经消失殆尽了，用处不大了。啊，给我。系统，此剑时间向回调节50年。陈导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没什么，你刚才没发现，这把剑被封印了，我只是解开了封印。哦，这样啊。好剑，这肯定不是一户普通人家，去里面看看有什么宝贝。好
好多兵器啊！可惜这些兵器无人运养，已经失去了灵力。收！春哥，这些废兵你还要他们干什么？不会你又要解开封印吧？废兵也是兵器，我自有妙用。再去找找看。之前二皇子给我的那本剑经，我耗费万株灵草才练成了第一剑，第二剑比第一剑消耗的资源更是多无数倍。因为想要练成第二剑，需要炼化十万把灵剑吸收才能成功。之前我以为这第二剑绝无可能练成，现在看来这里是个机会。春哥怎么办？通往湖心岛需要经过这座墙，可以肯定湖里没有妖兽存在，危险无比。确实危险。你在这里等我，我一个人过去看看。果然这些畜生都在湖里，可恶，灵剑轻易被咬断。这里的恶蛟明显比刚才的强上不少。陈哥，不行就回来吧。引刀。还是阴刀的威力大一些。斩！快了，马上要到湖心岛了。这里恶蛟太多，不能恋战。这么大的妖兽！不好，陈哥，快跑！完了，被如此一击，一般人早就被拍碎了，陈哥恐怕也扛不住吧？怎么办？陈哥，你可不能亡啊！好疼，身子像是散架了。多亏了这件防御法宝玄阴宝珠，替我抵挡了大部分攻击。看看这里有什么宝贝。哦，这是。来了，发财了！这么多兵器，哼，果然灵气都散尽，成了一把把废兵。不过我有系统，不慌。系统，此剑时间向回调50年。哼，可以了，此剑恢复了往日神采。系统，这座宝库内所有的剑，时间全部向回调节50年。大多数剑都恢复了往日的灵力，还有一部分没有恢复。50年的时间调节有些不够用了，看来要尽快升级，让时间调节的范围更大一些。趁此机会，直接开始修炼第二剑。第二剑，十万把灵剑，剑来，炼化，吸收。陈哥大概率凶多吉少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吸收了如此多的灵剑精华，我体内的灵力似乎产生了质变，更加凝实和坚韧。吸收了差不多有5000把灵剑，虽然对于第二剑的炼成还遥遥无期，但我的实力再次提升了一些。该出去了，灵虎还在外面等着我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春哥还是没消息，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算了，我还是赶紧回黄武学院搬救兵吧。春哥是死是活，也要让人看一下。孽畜！哎，春哥！再来。
在岛上躲着，我去找人来救你。不用那么麻烦。剑来，我斩！岛干掉了恶蛟王。别愣着了，继续去下一家。哦。人魔族，你们居然也进来了！我拦住他们，你赶紧去通知其他人。上，一个狐狸，我和你们拼了！哎，追！哎，他跑了！小子，别跑了，停下来，我给你个痛快！超明师兄。快！人魔宗的弟子追来了，救我！刘师弟，有我在，安心走吧。曹明，你还没有找到陈导吗？没有看到他，应该还在某处探索。此地太大了，每个人都在不同地点探索，这样下去太慢。哼，曹明，你想办法把黄武学院的弟子聚集在一起。我一网打尽所有人。好，灭陈岛的时候记得让我了结他。放心，到时候你想怎么虐待他都行。半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，你确定这是去城主府的方向？十分确定，根据这座城池的布局，城主府肯定在这个方向。话说，不是说大部分黄武学院的弟子都来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一路上没有见过几个黄武学院的弟子？陈哥，这座废城太大了，大家都在各个区域探索，而且这次来的多是新人弟子，那些老学员们更多的是在为升入玄武学院做准备。啊，就是这里了吧？陈哥，就是这里。这里绝对是全城宝贝最多的地方。如此恢宏的城市，城主府保持得如此完好，不知为何生机断绝。而且从这里的宝贝等级来看，这里的修士应该也十分强大才对。之前学院里也调查过，据说这处世界应该是被一个无与伦比的强大存在一瞬间抹去了生机。一瞬间灭掉了一个大陆的生机，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！而且，这还只是学院探索的其中一个世界。据学院推测，这深空之外有诸天万界，无比辉煌。诸天万界，希望有机会能见识一番。这里应该是控制城主府的阵法机关，利用这里的机关就可以开启宝库。不行，这些玉石已经失去灵力，没办法启动大阵了。我来。啊！这，陈哥，别说你又解开了封印。差不多吧。啊！赶紧开启宝库，我们进去。啊！进去吧。这里是一个小空间，没想到城主府的宝贝储存在这个小空间中，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看来这里的城主以前是一位大修行者。啊！小心，有妖兽！真哥，这应该是这里的看护兽，都达到了三阶。三阶妖兽一般只能凝十境的人才能对付。你现在灵巧境。要不我们先出去找人，一起来探索这里。不用，让我试试手中的剑。斩！好家伙，陈哥的实力又提升不少，这是灵桥境该有的战力吗？这等实力，在天武学院估计也能有一席之地了。此地是城主府，这座废城最核心的区域，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。最终，
大家应该都会来探寻此地。很好，我会在此布下陷阱，你迅速联系黄武弟子的学员来此，到时候一网打尽。月武，这事儿风险太大了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这些人被灭之后，只有你一人活着回去，那时候你就是黄武学院大战人魔宗的英雄，而且承诺给你的好处一分不会少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灭了陈岛。既然如此，看了，我这就去联络其他人。其他人，随我进去布阵。哎，前面没路了。天地人三个石像，这有什么寓意吗？陈哥，我觉得这三个石像应该就是城主府真正藏宝的地方。